城体赛2022。大家好，我是点点乐黄振宇。Hello， 大家好，我是麦饭靠来玩的大头阿 K。欢迎大家呢收看我们这一场呢由 Rubble 为你呈现的麦好玩杯羽球团体赛2022。Rubble IMX 大马独家杀菌隔热膜获得 Serum 以及 SGS 品质认证啦，十年保家杀菌除臭呢99.998%。大家可以呢详情就要了解更加多的话，就浏览 RubbleFlame.com。哎，你们不要介绍今天的评述员出场呗？哎，等一下，先大家先，这种事我们要先把前面的所有资讯先讲完，然后再好好的交流。因为评论员在旁边感觉怎么样？然后快点讲话。等一下你真的是可以讲很久一下。OK， 不如先让你来跟所有的这个观众们打个招呼。Hello， 在 My 的 Facebook 还有我们所有加 DJ 的 Facebook 的网民们、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今天的评论员 Emily 潘碧玲。好開心，今日我將會點評每一位球員的表現嘅。首先我看到啊，裴庸的狀態好似麻麻地，因為他早晨五點的時候啱放工。咪你望住啊。然後秉遠用一種很凶狠的眼神，然後看着裴庸。他最近晉級成為演員，所以他會比較演他很霸氣，很有霸氣的感覺。那我們就期待等會兒我們 Team 美恩還有 Team 運組之間之戰了哈。是 OK， 那除了說呢，我們有朋友是透過 Facebook 看直播之外呢，其實我們在 YouTube 或者是 Show App 呢都有進行直播的，所以所有的觀眾朋友們，大家下午好，記得要 Like 啦、Comment 啦，還有 Share 我們的 Live 出去。沒錯，那今天美恩呢，是因為他自己有活動，所以就來不到現場。那我也要辛苦了我们讲一路以来这8位的顾问教练，16位的 DJ 选手，16位艺人选手，以及32位听众选手，我们一起进行了这3个星期的小组赛，恭喜，还有辛苦了大家。哎，确实哈，因为呢一路在进行这个比赛呢，就有蛮多听众朋友们就一直 DM 我们说，哇，真的提倡了这个运动精神，所以辛苦了在过去的几个星期。羽球是全民运动嘛，所以每个人都很 support。对，没错，其实羽球一向以来都是我们的国球啦。那好像昨天半夜，我相信很多人都在看这个丹麦羽球公开赛，看到半夜哦。然后对，今天呢下午4点开始呢，我们就可以透过 Astro Arena 看到我们呢这个马来西亚混双，有的是Savanlight 的那一组嘛，然后对对垒其他组这样子。今天是半决赛，所以我们就很紧张。是我们有混双。然后有男双，还有男单都进入了 ，OK。没错，还要特别谢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呢 ，We Smash 担任每一场的这个赛事的专业技术人员，让比赛顺利的进行，谢谢。再来肯定要谢谢的就是我们 IOI City Mall 了，还有呢，现在身处的这一个现场就是 IOI Sports Center 赞助我们选手们这个比赛的场地，然后呢，让我们有一个这么好的环境之下进行比赛、进行练球的部分。嗯哼，然后呢，也要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媒体伙伴。近期呢，你们看到很多的报道嘛，很多的一些呢 highlights 的影片啊，都是炫一直呢从我们 PC launching 到现在呢，一直很紧密的跟我们跟进啊进行报道的。那最后呢，也要谢谢从小组赛到半决赛到总带明天的总决赛呢，一路支持我们、鼓励我们的所有人啊，包括现在看着直播的你啊。那最后呢，也要谢谢幕后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成就马来西亚最好玩、最阵容最鼎盛的羽球赛事。耶！然后经过了，你知道我们从一开始让听众们 call in 进来，然后预测说你觉得谁会是小组赛啊胜出，然后到现在是来预测谁会是冠军队。今天我们很轻松了，对，因为就是半决赛之前我们四组都有打嘛，是我Team Aki 还有 Team Daniel 还有 Team Jack Yap 啦，我们都有打嘛，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好像有一点紧张，然后自己也是队长的身份，是，可是今天我们已经不是队长了，就可以乱讲话。而且我甚至有问说可以不可以有立场的。对，没有错。可以啊，我跟你说今天四组的朋友哦，我们半决赛有谁来讲一下，就是有 Team 美恩、Team Yun、Team 杰英还有 Team Jack Lim。 OK， 四组里面有一组是完全没有人选他们拿冠军的，那就是讲一下。3、2、1 Team Yun。没有人看好你们拿冠军。不过讲真啊，不到最后一秒钟哦，真的不懂的。对，真的不懂。到最后他们真的是好像爆冷颜色一样，黑马直接出现，真的拿下冠军。哇哦！没有听众就会平分或独赢奖金了。那如果有一组赢了的话，就有一位听众可以独赢5000令吉现金奖。那一组就是3、2、1 Team Jack Lim。哇！选他那一组的听众应该是算了。
没有，他就想说我包一下咯，感觉哎，他们因为其实选手们其实也是表现得非常的好的、嗯、OK， 所以呢经历了我们这一个星期的所有听众朋友们 call in 进来呢，大家都觉得说大热门要么就是 Team 美艳或者是 Team 杰莹，可是最后会是谁拿下冠军队伍呢，真的要拭目以待啦。我想讲啊，今日呢美艳没到现场啦，有可能是因为他看到一个可能性的发生。什么可能性？你们有没有听过四个字叫做大热倒灶啊？哦，有没有听过啊？炳远一脸就是那种你讲什么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大热倒灶啊？大热倒灶啊，他又不来，我们让炳远翻译一下。你过来，你过来翻译一下大热倒灶什么意思？不要。好了，那这样接下来呢，我们要讲一下那个 game rules 啦，我们还有一些规则的。那经过三个星期八强的小组赛，来到了这个半决赛嘛。那 A 组的正盟呢，有 Team Mayan vs B 啊 ，B 组副盟 Team Yun、嗯。那 B 组的正盟呢，有 Team 杰莹 vs A 组副盟 Team Jacqueline。是的，也要跟所有的观众们讲了哈，这一次呢，我们这个半决赛。绝对不再是之前小组赛的积分制，而是淘汰制，所以是以三局两胜。而且呢，我们的每一个项目呢，就是单局就是21分啊、嗯、然后呢，出场的顺序也改了。对，之前都是混双、男双、女双，哎，混双、女双、男双，这次我们变成了是男双、女双、混双。如果说前面男双、女双赢了之后，混双就可以先休息。对的、嗯、再讲细一点，然后总之就是呢，如果先赢两局那就直接胜出，也不用休息了，反正他们就直接被 KO 了哦。、哎、可是哦，因为他们今天啊最后一组的队垒我有一点点想看啊、嗯、有的是Michio 还有炳云 vs Ayun 还有培友，是的，那如果不小心任何一组真的就以2-0领先的话，我们有没有机会看表演赛的？这个我们就要问制作组了。对，我们问制作组，如果可以的话呢，就让他们下场啊，对不对？啊，裴勇很想下场啊，裴勇。裴勇讲，哦，他要狠狠的去打，他让我打死，还要 smash 炳云。OK， 我们来喊一下，谁想看裴勇下场吗？哦，全部都有，连炳云自己都想看了。我们的网民如果想看表演赛就不懂啦哈、嗯，如果想看的话，等会也可以留言哦。是的，你们当然也是可以留言讲说我想看啊，我那个 Team Yun vs Team Mayan 的那个混双赛样子。要特别讲一下啦，今天也有很专业的东西必须得说一下的。是，哎，我们现在半决赛跟决赛呢已经 upgrade 了，加入了就是电子积分版。哎呦，噔噔噔噔，哇、哦、啊，然后呢，还有我们有现场。来了很多的朋友，因为之前大家都是看 live 而已，在家里或者在厕所里面看，现在可以来到现场看。来，我们现场的观众给给力，听听你们尖叫声好不好？哎、哦，而且还有四位的 line judge。我跟你们讲啊，是我看 Malaysia Open 的时候啊，现场的观众是很给力的啊。有口号的，你们有的嘛？有吧？等他们正式比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听到，是不是？对对对，而且之前我们看比赛的时候，的一大班的那种给到很多反应的，都是在这边比这赛的人，是不是？对对对，之前我们麦很多的同事，哦 ，Mac Line 啊那一些啊 ，Mac Line，Mac Line 还有 Mac Line。哎 ，Mac Line 今天怎么不在呢？他应该很忙，有没有东西做？最佳的车里呢，今天竟然没有在。OK， 好了，那在场的选手呢，我相信他们都等了很久啦。嗯，那我们先介绍先下场的双方的选手，我来先介绍 Team。是是是，当然我们呢除了选手之外呢，也是要来说哟，我们要欢迎来自 Wishmash 的裁判，还有四位的边线员。因为很认真，所以我们要有四位边线员帮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今天而且呢，他们真的很严厉，嗯、所以我相信即将会有一个很精彩的比赛。OK，、嗯、我们先来介绍 Team Mayan 的，在镜头上呢，我们就看到我们这一边有炳云。没错，然后有 Michio， 有 Sean， Chia Su Xin， 秦心怡，还有 Ku Dickon。耶、yeah. ！来，镜头在拍着你们呢，你们要慢慢的挥手哈、哦，很帅的、欸。你们没有冠军队伍的气势哎，气势在哪里？敢不敢拿出来？3、2、1，耶！当然，他们的这个顾问教练也是要说一下，就是炳顺大哥，耶、yeah. ！没错，接下来呢，到 Team 阿云。是的 ，Team 云，先说他们的顾问教练，现在正在比赛当中，他就是 On You Sin， 呜呼！然后队长呢，就是有 Yun 吴嘎嘎，再来副队长练了很久的陈培勇。
OK， 再来呢，其实他们还有几位选手没有来到现场了。首先呢，有好人朱浩仁以及 Zubia 的去进行这个低清翻车演唱会的宣传。然后再来呢，在场上的来看到这一位拉筋拉得很厉害的蔡欣儿，还有曾经杀我的杀就杀到我的脸的佩毅林佩毅，很记仇哎你。真的记到现在，虽然我是巨蟹座，但是我记仇。再来就是这一位，他教我开球的龟威胜，还有比赛这么久，终于见到他笑了的 Yap 威风。他今天应该是讲哇，比较轻松的感觉。是，但是我很替他们紧张哎。哎，他们都没有紧张，你紧张什么呢？我很紧张，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接下来我觉得我会看到一个很刺激的比赛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先进行这个男双的比赛，没错。掌声鼓励鼓励现场的朋友们。好，亲爱的选手可以先去旁边继续的拉筋，继续的 warm up， 然后男双可以准备一下，待会儿要进行的就是选边啊，选谁 serve 啦。没错，而我现在看到呢 ，Team Mian 跟 Team 阿元的选手都已经开始准备了。好，我们可以看看哦，等会儿 Team Mian 还有 Team 院所派出的选手，诶，都算是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他们的技能还有技巧的。是，能够来到半决赛，老实说，每一位选手都真的是非常有实力的。对，有实力的啦，包括我们的 Team Mian 有 Dickon 啊，还有 Sean Ng 啊。没错，这两位我非常熟悉，原因不是因为我跟他们熟悉，是因为每天早上我听到阿梅一直在 text 他们。Dickon 啊，我跟你讲啊，哎阿顺啊，我跟你讲啊，这样子。就是 on air 的时候还不忘了要去提醒他们。对对对，而且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的吴柳莹小姐姐她就是来客串当我们的评论员嘛。对。她也有说呢 ，Sean Ng 基本上是具备了掌控全场的技能。没错，高评价哎。其实讲真，上一次我有对到阿 Sean， 其实呢，他真的是已经放水放很多给我打，因为呢，他真的是一个羽球教练啦，所以呢，其实说接下来今天，我觉得他终于有这个机会说可以下全力去打。哎，他们就是秉持着说卖好玩杯嘛，除了说认真打比赛之余，也希望跟艺人朋友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发挥到或者接到球，表现到自己的能力这样。那说到羽球教练方面 ，Team Yun 也不弱，他们的实力也是有另外一位羽球教练啊。但是大家教练有的是尾声。是的。好，那我们来，他们现在在热身当中哦，来介绍下双方的这个队员。先说下 Team Mian 的男双，我们有 Sean， 年龄23岁，身高呢178公升。分，然后呢，出生在靶生，然后听说他的最佳成绩呢是有这个 Egypt International Junior Bronze 的这个 medalist， 那他本身也是一个羽毛球的教练呢、啊，也是一个模特儿，近期也参加了一个综艺节目，没错。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来讲一下 Kudikon 呢，他今年22岁，身高174公分，也是在靶生的。那最佳的成绩得到这个 International Tournament Bronze 的这个 medalist， 那本身也是一位羽球员啦。哦，所以他们两个都是靶上郎哎。啊，靶上。哎，我嘛是靶上郎。我想唱那首歌。真是靶上人。OK， 所以两个八生朋友组成了这个男双。再来就看到了就 Team Yun 的啦，也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之前小组赛的时候天天见嘛。OK， 先讲呢就是 Yap 威风，他今年26岁，身高186公分，很高哎、欸，真的以我这种站在他旁边很开心。我以为我很高，没有想到他比我更高。你要继续加油喽。然后他出生地呢就是吉隆坡啦，最佳的成绩就是 Kejohanan Sukan Mahasiswa Zon Wilayah 2016 Men's Double Champion。他职业是房地产的管理。那伟峰之前我们有看到他比赛嘛？他第一组的小组赛的时候就是打阿云，他们打混双。那时候他真是吓到我们了，他稳到一个境界，他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脚的球是打不到的。反正呢，我觉得他的速度很快，是，就是他看到那个球，不管是前面后面的话呢，他很快速的就到达那个地方了。是，而且秉云有跟我讲过说，他有跟过伟峰打球，他也被他吓到，三天三夜睡不着，失眠，自我检讨。你是说伟峰吗？对对对，伟峰。伟峰和伟胜两个感觉上今天的状态都非常好。那上星期其实因为你知道我们评述员方面还是处于初阶班。那上星期我们吴柳莹小姐姐来讲述的时候，她就有告诉我们说如何去看每一位选手现在整体的表现，因为很多时候是一个当下的状态嘛。很多时候他们在练发球啊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们今天的那个精神状况到底有没有全神贯注。如果你这样子看的话呢，听美艳感觉上还是以
贯的在正常的发挥水准里面呐、啊。是。甚至我觉得迪肯他今天还蛮轻松的。对对对。我们还有一位选手。嗯，来，我再继续讲一下哈，我有 Team Yun 的龟威胜，就是龟尾胜啦，今年24岁，身高是170公分，哎，也是一个巴生人哦。最佳成绩是 MBA International U16的 Runner Up， 那他的职业就是教练，大家也知道说他最厉害教就是教反手。对，就是把这个陈培勇给 train 出来了，这样子。那个 real 吗？反手杀的那个，听说录了30遍才录到那一个。哎，啊、oh, ，OK， 好的，那伟胜呢？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啊，因为我们三个星期的那个小组赛嘛，我觉得他就除了认真比赛之余，他其实也认真的交朋友。嗯，他看到我们每一组谁很彷徨无助的时候，他就冲过来了，伸出援手。是，我觉得说这样子很好哎，就是。比赛是第二，友谊是第一。可是今天来到半决赛，因为是淘汰制的关系，所以大家真的就是我王，就是要见真章了啊！我们不过，而且我在线上看到很多朋友们呢，开始为他们支持的队伍说加油了。而且 Mac Lai 也在线上说 ，Team Mayan 一定要加油啊！是 Mac Lai， 你怎么没有来呢？你不是讲好了每一场你都会做那个最大的 cheerleader 吗？哇，我看到现场呢已经开始了。叫起了自己的口号，对，就阿云一个人哦。哎，所以呢，在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你们也不要压抑着自己啊，你们想要喊，你们就喊吧。你们今天是可以为你们自己最爱的人。OK， 因为呢，我本身很靠近麦，其实我是很厉害喊的人的，所以待会我会控制一下。所以现场的朋友，如果你看到很刺激，或者是有你支持的队伍的话呢，记得可以喊你们的口号啊，还有说支持。那现在呢，这个热身已经结束了，已经要开始我们第一场的这个比赛，有 Team Mayan vs Team Yun 的男双。耶！所以是有的是 Cool Deacon， 还有 Sean vs Cool Wei Xing， Yup， 微风。紧张，紧张。好。那是谁的声音呢？Ladies and gentlemen， 韦森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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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非常好。那我们就看看到底今天 Team Yun 到底谁可以先把头朝拿下第一局。Team Yun to serve. Wei Xing. Team Mayan to serve. Cool Dixon to serve Wei Xing. Love all. Team Mayan.目前是 Team Yun 1-0领先，节奏有点快啊。Service over. One oh. 我觉得大家现在是刚刚 warm up， 真的，再试一下水温，再 feel 一下对方的实力。Service over. 这微风哦，它果然不是盖的哦。哇，你看他好像很 steady， 面无表情。对，你知道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笑的时候，是他跟 Zubia 一起打球，哇，那个画面很好看。Service over. 现在是2-2了。好看，火力全开哦！下位坐吧。而且你可以听到队长阿云在那边杀。好想听到他们，可是也是对啦哈，毕竟来到半决赛，一个态度了。对。哇！美。Four two。感觉上前美洋队长没有在现场，他的队有点乱哦。失误了，开始紧张了，那个节奏开始有被打乱。
所以目前 Team 宇文是以5-2的分数领先。再微笑吧。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你们也可以来留言哈，让我们知道呢，你们现在在线上是支持的是 Team U 呢，还是 Team 美恩呢？我觉得现场的观众真的，你看他们的表情非常的凝重。哦，再微笑吧。6-3，那目前感觉看混双的可能性有一点高，有一点高，有一点高。对对对，感觉像Team美恩的失误点大部分是从迪根那里而来的。啊，迪根慢慢来，迪根有一点让我吓到了，因为他上两个星期表现其实都还蛮稳的。嗯，球就要穿那里，就不怕破防。可是如果 Team U 要赢的话，就攻迪肯哦。现在找到一个。没过网，没过网。5-7。所以现在比分是5-7。帅啊！没有办法，打这样子看的话，真的是平时迪根虽然说他的心理素质还蛮强，可是来到半决赛，可能因为是淘汰赛的关系，而且对方的对手实力真的也非常平均，所以他就一直有失误出现。维生他的表现其实真的也还蛮平稳的啦，可是今天的失误分就主动失误的都是从他那里来。哦，下面抓吧。OK， 其实在目前的这个程度来看呢，迪肯可能他稍微会比较紧张一点，相比之下 Sean 的球技可能还会比较稳。嗯，双方相比之下再微笑吧。那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因为毕竟吴柳莹她是国手嘛，就是非常有经验，她曾经有讲过说男双真的是很看平均实力，然后双方呢就是如果越平均的话呢，你就越容易的去赢得那个比赛。可是这样子看，如果迪肯现在他开始不稳定的话，你看大家都在攻他了嘛，大家都在攻他了，这个时候如果算他用对策略，就是还要开始控制更多的那个面积，如果他的面积控制的再大一点的话呢，可能他们还有反败为胜的机会，不然的话就有点难。哦，接应的那个嘛，对对对，赛文就是感觉上控制完全场这样子。哦，好，十一分换场，哎呦，有点让我大跌眼镜哦，因为本来我以为说这一分就是这一局啦，铁定就是 Team 美恩所拿下，可是如果这一局拿下的是 Team Yun 的话，我们之后的整体局势就可能会改变啊。因为老师还是那一句啦，之前 Team Yun 呢是基本上25位 call in 的听众，没有一位听众是选他们能够晋级，甚至是拿到冠军的。对，其实我们的选手啊，还有听众们讲的呢，都是大热门的啦，都是 Team 杰莹跟 Team 美艳。对，而且如果以积分榜来说的话 ，Team 美艳她的积分是最高的，没错，就是总分是7分，在小组单循环赛的时候，那这样子看的话，
我当然不想说 Sean Ng 和 Dickon 他们会不会转换策略啦，因为 Dickon 今天好像真的状态没有那么稳。不过我必须得爆料一下啦，阿云哦，其实私底下他一直跟他们的队员去练球。是。他其实虽然嘴巴就是讲，哎呀，比赛啊好玩啊，但是呢，我觉得他很在意说在球场上他一定要发挥到他们的作用。所以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呢，阿云跟他的 team 真的不断在练习。那我相信呢，前天练到一点呢。对，熟能生巧，就是如果你常跟你的另外一个 partner 呢有去讨论一下球技怎么打还是怎么样的话呢，可能会比较 stable， 就好像今天这个局势。默契还是很重要的。默契在那边，对。OK， 其实在线上呢有很多的观众们都是在支持着 Team Yun 的。加油哦！讲真，不到最后一秒钟，我们不知道到底谁会胜出。所以接下来刚刚的休息，他们已经商讨好策略了。没错，对 ，Seven Team 梅艳已经有一些想法，可以怎么样拿回分数？累。好。Seven 到吧。一呢？这粒球。A 8-11。好 ，service over 12-8。阿元交到好紧张。看得出来 ，Dickon 真的紧张。因为遇到他就是的对手，对他跟前几期的那个表现很不一样。毕竟来到淘汰制的话，大家心理质素、心理素质的部分还是更重要一些。我真的是要全力打哦，不然就留下小小的遗憾了。打得到吗？我是说，双的 smash 哦，还是真的是无人能挡，很难挡，反手杀也挡不到。刚刚我们的维生，哎呦，哎呦，胸口顶了，真的。可以的，听梅艳，梅艳在看着哦。OK， 现在是9-13。输了，再不高吧。我想，很想，因为阿绵不在，可是我很想偷偷讲说，哎，希望你不要去控制多一点那个场面，因为感觉上他们的策略还是没有改变，对对对。哦，双方还是各有失误啦，10-14。我很想知道现在双在讲些什么，他该自己碎碎念，然后就拿球拍打了。通常是这样子的嘞，我觉得那种很就是运动高手啊，他们在这种时候就会不断的自我对话。再来一招吧。但是我也好，我跟你说，打这么多场，我没有看过双这样，代表说这一场他真的是已经火力全开，很看重。遇到真正的对手了。杀了。假动作，假动作。很多牌啊，这个，哎，这一分拿到值得啊，这分真的是一点侥幸的成分都没有。其实我很帮 Emily 讲了一句话，就是如果男双或是女双的话，双方的实力是平均的话，可能胜算的大比高吧。对对对。11-16。我觉得阿双他们，如果他们现在主动换策略，阿双他真的是控场控的比较多的话，可能还有机会可以改变。可是看样子他们没有这样的打算。很想冲过去跟双讲。也有可能因为 Team Yun 的两个都太强，他们两个实力都很平均。像你说的，他们的实力很平均，而且他们很有默契。对，很有默契，很平均。他们已经知道说要怎么样走。他们跟上个星期的情况还是有一点不同，因为老实说 ，Seven 还真的是一个可以打十个的。好，好，好，好。打比到吧。阿双也开始。好，这粒球澳。哇，我跟你说，他很少会就是遇那个球哦，遇他澳还是硬哦，他刚刚没有什么，他不大能够估计到那个情况。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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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我看到秉昀开始有点失落，而且开始自我对话，因为等会儿他应该有机会上台嘛。上去了，我上去了。没有，别人讲，哇，待会儿我有机会上台啊。可是我得说，女双那一局哦，这样子看的话，根据上星期的经验，Team Mayan的还是比较强一些。因为Team Mayan的是丢书信，之前曾经被盛赞，他的实力其实跟男单没有什么分别。哇，这粒球好看。30-18，13-18。这粒球真的好难接。顶不到。没事。19-30。OK， 其实讲真，如果现在，多拍很多拍，哦，OK， match point 20，match point 30，我们已经很尽力了。OK， 虽然说这一场的球赛真的出乎我们的意料，但是我必须得讲呢，其实刚刚的那一粒球 ，Sean 真的接得很厉害。他是拼尽全力的去接的。Alvin Liu 说，今天的关键胜负应该是在最后的混双对决，我也是这么看的哈。对。那这时候裴勇的压力就很大了。我觉得秉昀比较大。因为大家都看好Team Mayan可以晋级，甚至是冠军嘛。好 ，match point。现在一个副队长了，我觉得他现在很紧张。你看他开始忐忑不安，他的小碎步。是。我觉得阿顺也始料不及吧，今天这一分竟然有可能失在他这。恭喜我们的尾声还有微风拿下了第一局，21-13，恭喜！这个比赛的差分还是有一点点让我惊讶，我也是惊讶。其实讲真，对，Sean 还有 Dickon 之前的表现都还蛮平稳的，所以来到半决赛淘汰制的时候，有时候比的就不是实力，而是心理素质了。好。我必须得讲呢，当现场有更多的观众的时候，那个心理素质真的要很强，因为呢，全部的欢呼声，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分数。没有，主要那个欢呼声还是在裴勇还有秉昀那里来。没错。如果说Team Yun 再继续的赢下去的话，他们就直接晋级到我们的决赛。对，然后如果 recap 一下大家今天的表现的话，因为之前我们的Dickon 还有Sean 都是在 Team A 嘛，没错。然后我们 Team B 的有的是伟峰还有伟盛。我可以就是讲一下 Team A 方面，其实当时候 Dickon 还有Sean 都是碾压的方式来赢得其他组的，尤其是Sean 应该是没有失过一局。可是来到半决赛，他终于首尝失败的滋味，我不管他现在感觉怎么样啦哈，因为今天他们的队长又不在嘛，很多时候他也还需要就是线谋策略给其他的，比方说等会会上场的女双，希望他们能够尽快的稳住自己的心情哦。没错，那其实呢，我们先赢了男双，就是 Team Yun 赢了男双的这一场，但是接下来的两场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为没有到最后一刻，我们真的并不知道到底谁会胜出的。是，而且你刚刚看回呢，我们还是要讲回那一句了，就是伟峰跟伟盛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已经是在这段期间排练的时候已经把它给 build up 起来了，所以刚刚基本上他们好像有一种莫名的默契，哪里缺了，或者是他们懂谁要去 cover 哪里这样子。Okay, 而且，其实我有看，一路以来我有看伟峰。我觉得伟峰的球是很稳的，但是我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是伟盛，其实他们双方的默契之余呢，其实伟盛今天的那个表现是真的在稳，现在你没有很 follow 伟盛是全世界的教练呢，你不懂吗？我知道，但是
但是他们今天双方真的，所以看到他都是来教我们。对啊，他是全世界的教练哎，而且是全世界的啦啦队啊。But anyway， 今天伟峰和伟盛的表现都非常的棒。我们现场的观众哎，感觉上他们现在是也是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哦。本来想叫他们给一点欢呼声。他们刚才跟我们一样哎，就是表情是很凝重的，是呼吸都有点停顿的感觉。不过老实说了，每当你领先的时候，你的心理素质总会比较平稳一点。没错，因为等会儿第二局，即使你失一分，我们都还有混双可以下场嘛，哈。啊，那我们现在可以不可以跟现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来互动一下？请问 Team 梅恩的支持者们在哪里啊？我觉得可以再大声一点，听梅艳的支持者在哪里呀？哎，他们是 Mana Bagi。那听韵的支持者呢？哎呦，哎呦，哎呦 ！OK， 全部有便当，你在夹便当。没有，因为听梅艳的支持者可能闲聊，还有用闲的感觉，还没有来哦。OK， 我们的女双呢也准备好了，没错，现在把时间交给他们那边。好，我们来讲一讲女双到底双方阵容派出哪一位球员吧。没错，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Team Mayan 的。那 Team Mayan 的第一位呢，先介绍清新义，他今 OK， 那没关系，我们先给大家知道了，刚刚已经开始讲了嘛，有新一，然后有裴一，然后 versus 的就是 Nikki， 对 Nikki， 还有呢，没错。那其实讲真呢，这双方 OK， 讲到观众们他们的大热门啊，他们都是讲梅艳的那一队的强，就是他们的 level 可能会比较强。嗯嗯，是是是，因为大家就讲说 Nikki 的力度很强。嗯，对啊，之前吴柳莹是盛赞他的实力的啦。嗯，他有说呢，女双、男双还有混双最大的分别就是混双看的是策略。男双还有女双，男双看的是体力，还有他们的节奏啦。女双就是双方的实力，到底谁比较能够碾压对方的话，就比较有机会可以胜出。哦哟，没错。既然被这样子称赞了，我们就很期待他待会儿的表现呢。来，赶快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选手。OK， 我来说一下 Team Mayan 的地位呢。先说一下清新义，其实呢，他今年的年龄是21岁，身高160公分，来自 KL。那他的最佳成绩呢，是有这个 National Junior Circuit Women's Doubles 的第一名。那他的职业呢，本身是一位牙科生哎。哦。对，掌声鼓励鼓励给他。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 Chiu Su Xin， 那今年23岁，也是身高160公分，也是来自靶生的。我发现好多靶生的选手，今天靶生除了肉骨茶，应该还是白明灯吧。那他的最佳成绩呢，有这个 MSSM Mixed Double 的 Second Runner Up。那他本身的职业呢，也是一位羽球教练。OK， 那来看到呢，就是 Team Yun 的啦。首先呢，就是有裴一林裴一，今年26岁，然后身高166公分，是 KL 人呢、啊。哎，他跟伟峰的职业是不是一样的、啊？一个是房地产管理，一个是房地产经纪人，都跟 property 有关系。然后裴一的这个最佳成绩呢，就是 Victor Malaysia International Series 2018 Women Double Champion，、哇，冠军呢。然后再来呢，就是蔡欣儿，今年呢24岁，身高159公分，来自 Binning 的。然后他的职业是一位演员。哎，再来，他有参加过这个。该怎么念呢 ？Gosen Cup Junior International Championship Women's Double Champion， 哇、wow, wow. ，好厉害哦！那 OK， 那我现在看到他们在热身，那我们来讲一讲。嗯，其实我们以往一直看到他们的那个表现啊，讲真，目前来看的话，我个人会觉得 OK， Ready to play 会比较稳。他们这个女双，哎，但是经过第一场过后呢，真的不知道结局是如何。时间过得很快嘞，他们已经 warm up 好了呢。我们就是看到在网上呢，有人就想说 PS Chan 来了，应该就是我们的炳顺大哥。对，哎，炳顺哥，炳顺哥，你要不要来？现在暂时落后一分哦，给点力，我们的 Team 梅恩。对对对，落后一局啊。然后有一个题外话，有人说观众席有美女。这个，他说观众席有美女，哎，在哪里啊？立马该。哎，观众席有美女，主持台也是有美女。对啊，这边有两大美女啊。也有啦。Please hurry up。没错。哎，有人。是你看到。我刚好看到那一幕。啊、oh, okay. 啊。换衣服。没有，我
裴毅加油，希娜加油，金妮加油 ，Nikki 加油。哎，这时候就要看谁的心理素质比较稳。Are you ready? 我觉得他们现在非常的紧张了，因为可能一开始大家会觉得金美恩应该会拿下那个男双那一分，可是现在女双必须更给力。好，女双的比赛正式的开始。Represented by Kim Jin Ji and Teo Su Jin. Team Yun to serve. Do you earn to Teo Su Jin level play? 心儿加油。好。失误了。Service over. One love. 这个失误来得有点突然呢。21分，两组都很紧张。哇，哎，其实刚刚 Samantha 和 Nikki 刚刚那个球好好美，没想到竟然给 Team 有人接到刚刚那粒球，哎。反败为胜，刚刚那粒球。现在要帮我的 C 服的 team 加油打气吗？因为我想要看混双。Service over。主要是我想要看混双。Two all。哇，好刺激啊 ！Service over。Three two。好球。Service over。那个情绪跟节奏完完全全跟前三个星期不一样了。现在半决赛大家都有点打乱，大家压力都有点大。因为 Nikki 和 Sabrina 哦，平时是很稳的，他们甚至是无论你怎样的球来，他们都是游刃有余。可是今天你可以看到他们是打得小心翼翼，相比起上星期。而且我第一次敢从心儿的脸上 feel 到紧张两个字。哦啊！裴毅，我看到裴毅有啥？裴毅 over。好，由于 Team Mayan 的副队长现在的脸很纠结，所以我要代替他们做这一个 Chili 的。好了。比分咬很紧。Over. Five. Four.所以现在是6-4。哦。7-5。OK， 虽然说目前是金美艳领先，但是从他们的走位跟他们的刚刚的那个走位来说呢，可能他们有点紧张。走位9。真的可以感受到裴毅跟心儿真的很紧张，有一点乱了。我其实因为有试过下场一次之后，开始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感觉。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场外看，我们就觉得说，哎，他们的节奏是不是放慢一点啊？心情会比较平稳，比较容易拿分。可是你看他们就是在那个点上的时候 ，OK， Nikki 还有 Sabrina 的状态回来了。OK， 目前Team Mayan的是
10分比5分领先。哦，好，好，这粒球奖真是真的很有杀气耶！没错，这粒球奖真是很难接的。Ten。Seven, ten. 没赢的前十前十四分。Four. That is over. 基本上杀分力球就是我势必要拿下这一分。好，那现在呢，基本上是11比7领先分数，现在中场换场。好，那我们来说一下，其实刚刚我们看的这一场比赛的那个心情啊，美艳你的美艳，Emily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刚刚在看，我刚刚就看到有网民留言说，都是素人上场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高手对决。没错，这四个字是我的看法啦，因为其实哦，我们这些高手哦，平时他们可能都会搭配一些 KOL 选手啊，或者是 DJ 选手啊，然后他们需要补足的那个空间会比较大一点啊。然后能够完全很自如的放自己的实力出来的那个空间也小一点。可是今天哦，因为四位都是高手嘛，可以毫无顾虑的去打，想怎样打就怎样打。而且我刚刚就发现到，原来他们想怎样打就怎样打的时候哦，是会有杀气的，那个杀气是有魅力的，那个杀气是想要杀死对方这样啊，真是。20 seconds，20 seconds， 真的嘞。那个表情到底是有多狠啊，裴一。但是我觉得，因为这样有那个气势，才有那个紧张感，而且更好看。好，我们即将来到了要开始他们这个女双的对决。我继续担任这个 Team Mayan 的啦啦队，我代替我的西服的精神。Eleven Seven Play。That is over.8-11 OK， 我必须得说一下 Team Yun 的心儿呢，从第一场跟这一场比起来的话，他这一场稳很多。心儿吗？心儿。哦。这个地球必须得他很棒。9-11救得好。Daniel Dan讲说，裴勇的求胜欲望也太强了吧？原来你们也感受到。Service over. 这一球 out 了。12-9。也对啦，老实说。因为这两个 team 里头哦 ，team Yun 的两位队长和副队长都是最牙输的两位，白羊以及水，最不能输的两位哦。Service over, ten, twelve。好，现在目前的分数呢是有2分的差距。佩文应该是很不想下场吧他。丢球拍，我还以为我可以看到佩一丢球拍呢。这粒球救得好，可惜 out 了。Service over, 11-13。OK， 出自我自己的私心啊，其实我也是想看美艳 team 拿下这一场，所以我们就可以看第三场的比赛。对对对，这是重点。Service over。黑衣情人其实也还蛮常发生不过往的情况。
所以不只是我们不够玩而已。对对对对或者那种开球失误啊，诸如此类的、啊，因为大家都有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不要自责。真的，不需要内疚哦，大家。来，不管是你是支持 Team Mayan 的 Team Yun 的朋友们，都可以继续的在这一个 comment box 上面留言哈、哦。哇，防守杀，但是反被对方赢了胜球，对啊，好焦灼哦。现在佩一防守真的够够力啊，今天。哦、我们有 Brunei 的观众哦，真的、哦。对。然后有朋友 Siu Car 后，他说很羡慕观众席的人。Okay. 他们应该也羡慕自己吧？你看他们多紧张啊，真的。他们可以现场真正感受到那个紧张。哦。耶、yeah! ！这一球out了，所以分数再次的拉近。其实他们只相差了三分。12开始拉开比分，16-12。零。Sabrina 其实紧张的。所以 Nikki 一直在吻他。哦 ,14-16。OK, 目前进球呢是14-16，所以再拉近了那个分数只有两分之差。Nikki, 心里加油。Over, 这主持人未免也太偏心了吧！立场也站得太实了吧，阿迪。然后课外题心儿很冷。喂。嗯，这一记球，所以是金美安拿下了这一分。18-15了。18-15。追上来，追上来，得要亮奖了。Sabrina 开始在胜利的节奏上，是佩妮和欣儿开始有点闲的感觉。哦，哇，哇，观众席传来一声尖叫。现在目前的分数呢是金明安20-15，那从这个分数来看呢，赢的话是美安的那一 team 会比较大的胜算。我们线上现在有 1.1K 的人透过 Facebook 在收看，那当然 Shop App 还有 YouTube 呢，也有很多的观众们正在收看的。你们可以继续的留言或者是share出去，然后你们想要支持哪一个 team 哪一个选手呢，都可以直接在这里写爆了，敢敢写 ，OK。我好奇你们觉得佩一和欣儿有没有机会顶住五个 match point 逆转胜？有点难。好，原来是不可以的。Game. 一刚落，他们就拿下了这个。可是对于观众来说就有眼福啦，因为万众期待的混双将会上演。
首先我们恭喜来自 Team Mayan 的两位朋友，也是 Nikki 还有 Sabrina， 还有 Team Yun 的佩依以及欣儿，辛苦了。其实我因为之前都一直有在看，就是四位的表现嘛，对不对？可是我今天可以感受到说 Nikki 非常的忙碌，很稳他。对对对，他除了说要自己去防去攻之余，他也要跟欣怡说你要去哪里，球是你的，他就真的是要眼观四方在做很多的事情。老实说 Nikki 还有 Sabrina 第一次下场的时候他们是打得非常轻松，就以21-3碾压对方就是我那组啦哈，所以他们今天真的有开始有打球的感觉了，我相信他们终于感受到比赛的节奏。那也恭喜 Team Mayan 的 Nikki 和 Sabrina 为他们拿下这一局，也就是说 Team Mayan 和 Team Yun 现在是以1-1平局，这个时候混双就发挥很大作用了，是关键，是关键，很重要了。 OK， 那我们先讲回刚刚那一场的比赛的过程啦。那讲真呢，我必须得称赞一下 Team Yun 的 Team， 是因为呢我有看欣儿第一场的比赛，可能当下他会很紧张，但是今天呢虽然说遇到了强敌，他还是稳住了他自己的脚步，刚刚的那一场比赛。所以如果好像刚刚 Emily 所说的，这一次因为强敌对强敌，他们的那个现场的杀气真的很足，就是因为有这个杀气而成就了今天这么好看的比赛。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讲一讲来这的，就是不是素人选手了。哎呦，刚刚阿云杀了一粒球哦！真的不是素人选手了，我们就有点紧张的米奇哟，还有秉云一组。米奇哟现在的心情是，这样都被你看到我紧张。OK， 哎，他苦练很多天呢。真的，他昨天还就是毛遂自荐说，我们来练球，我们真的来练一下球。其实我们私底下有讨论一个东西，就是秉云。对到裴勇到底会怎么样，到底会怎么样，老老实实说。因为呢裴勇和秉云呢两位都是热爱羽毛球运动的朋友啊，然后两位呢私底下也会常常互评对方的球技啊，裴勇讲到秉云的时候就会裴勇对秉云讲到裴勇的时候又会输他很多点。对，反正今天场上见真章，到底谁能够夺得今天的决赛权呢，就很看裴勇还有秉云的发挥。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上星期我们的混双名将有的时候吴柳莹，他就有讲到其实混双更多的时候讲的是策略，38仙呢都会在女生的身上，而78仙就在男生的身上。男生的实力如果运用得当的话，就可以夺下那一场的胜利。所以秉云和裴勇今天没有得赖哦，不能赖他们的女伴。是，所以他们今天是负责 cover 还是他们是被米奇欧还有阿云 cover 的人呢？我不懂哎，等一下看他们发挥哦。其实讲真呢，米奇欧跟阿云也不可以小看，因为他们通过前几个星期的这个训练的话，刚刚我有看到他们在练球的时候的球技，真的比我更厉害。还有就是混双哦，你真的不要拿别人来跟你比，真的，对对对，我觉得你就不要自取其辱吧。然后第二点就是因为混双哦讲的是策略嘛，然后就是两个水瓶座，裴勇和秉云到底谁的脑筋会转得比较快呢？那肯定是裴勇咯。不一定的，我身为秉云多年来的 partner， 我今天其实很紧张。你不要这样子我刚才早上才跟他说，我跟你 partner 了7年，我第一次站在你那针先为你加油打气。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要掩饰了，其实我们迈的那一步已经精心的讨论过一轮，好，就是关于两位，我们的对对秉云的评语呢，就是还有裴勇啦。如果讲到球技部分，秉云略胜一筹，对，没有错。讲到心态的话，裴勇真的会比较平稳一点。是，所以秉云，等一下如果你压得住场的话，你就赢了。真的。但是如果压不住的话呢？裴勇就会赢哦。我们被他说了，我们也说下去的话，秉云的心跳会加快很多，真的，他就会越来越紧张了。好，那其实呢，这一场球赛是一个关键的球赛啦，因为。就能看谁能进到总决赛去夺这一个金牌的比赛嘛。是，所以在现在看这 YouTube Live 还是我们的 FB Live 还是 Shot App Live 的朋友呢，记得可以把这个 Live Share 出去，让更多人看到。那现在呢双方都在热身的当中。是的， OK， 那刚刚我们也是要称赞一下，就是原本第一场就是 Sean Dicken 对上了韦胜韦峰的时候，大家就想说哈，如果女双在哪买的话，这样就真的看不到混双了。所以女双很叻叻，对啊，他们真的是争气。Nikki 和 Sabrina 直接拿下这一分，就为了圆所有观众们的梦。
哎，这时候给一下掌声呢，我们听一听 Team Yun 支持者的掌声。Team 美恩的在哪里？ Team 美恩的掌声在哪里？哇！冰云的 supporter 在哪里？哇！阿铁的声音尖亮。所以我就是往后推啊。嗯，好。Smash 的这些专业的我们的裁判，我们的边线员已经在现场了。OK， 师弟，然后现在他们还在 warm up 着。可是我觉得有点奇妙的是啊，伟峰跟伟盛，请问你们两个怎么在场上呢？是。哦，他们在相互的帮着自己的队友 warm up 着。OK， 场上的选手们要准备了，师弟，好，谢谢。还需要吗？地上吗？地上还有湿吗？还是已经 OK 了？好，第一。好，我们即将会开始我们这个混双的比赛，那先开始抽签。嗯哼。其实讲真的，是我自己叫跟阿云聊。哎，其实阿云聊很多，你他的心理素质是很好的。Uh-huh. 他知道自己其实在球场上在哪里可以发挥他的优点，哪里是他的缺点，所以我相信呢 Team Yun 这一场已经谈好了他们的这个技术或者是说他们的策略是什么。好，双方现在开始的时候气氛都还蛮好的，是，可是等会儿在场上开始打球的时候可能就不一样。裴勇这么强，裴勇你可以去 stand by 了。裴勇去 stand by 哦。对，裴勇可以 stand by 了。如果你有看裴勇的 IG story， 他凌晨五点才睡觉吧，哈，对啊，会不会对他的体力造成影响呢？有可能。哦，他场会有水，他要喝水。哦，对。好，我们等着裴勇进去。所以今天呢，代表 Team 美恩的混双呢，就是小眼睛秉云，还有 Michio 和练慈。然后呢 ，Team Yun 呢就是陈培勇以及他们的队长阿勇。这一局也是决定性的一局哦，会决定到底谁会晋级去到下一场。那我们就以听众，尤其是有 call in 的听众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如果 Team Yun 晋级决赛的话，那真的有可能。不是独赢，这机会是没有人哦，是没赢走奖金，因为是没有人猜 Team Yun 获得冠军的。好，现在已经抽签完毕了，开始两分钟的热身。那我们来互相介绍一下双方的选手。那我来讲一下 Team 美恩啦。那 Team 美恩的混双呢，我们先有秉云。那我大家相信大家对秉云都非常的熟悉啦。那其实秉云呢，身为这个电台主持人。OK， 他私底下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爱运动的人呢。其实讲真的哦，你跟秉云合作了这么多年了，他对羽球这个比赛是不是非常认真的？他很认真啊，他从一开始知道我们要办这个麦好玩杯羽球团体赛的时候，他就坐在 studio 跟我讲，我很认真，我这次真的是要去当一个 player， 然后来去好好的比。这样子，所以他这次他其实每你可以基本上看到他一个星期有七天，他用四天都在跟不同的人练的球。好像之前我跟我的 team 练球的时候呢，我也是看到秉云不断的，其实有球的地方我就要去练球。是。好，那我现在看到呢，双方的这一个要进场的选手都开始练球了，然后啊，有人在寻找，哎，裴勇，裴勇在哪里哦？裴勇，他去拿水喝。对。好。那现在看到裴勇进场开始热身了，那要来介绍一下双方的球员。双方的球员来，首先有 Team Mayan。Team Mayan， 我们有秉云，掌声鼓励给秉云。好，那秉云身高目测183公分。其实呢，实测的身高就是。我不知道哎。好，我们就私底下聊了哈。不过讲真的，我不知道，我目测了，我乱猜而已。应该178吧，应该有吧，应该更高吧，不可能183。他出生地八生。好，那我们先说呢，秉云是我们 Team 美恩的副队长。那这一次呢，他为了这个比赛，真的天天都不断的在练球，是，而且跟他们的队员们呢，才谈什么策略。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他跟米奇友的下场到底会有什么。美恩来留言了，他说很好笑的一场，哈哈哈哈，这样子。好，让我们意想不到的结局了。那另外呢，也要推荐一下，还有介绍一下我们的艺人选手，我们有米奇友，掌声鼓励鼓励。
那米奇友呢，他的身高是157公分，出生地也是在巴生，所以我们可以就是 team 一个巴生 gang， 哎，真的，是不是？我们这边的选手很多是从巴生来的，对啊，巴生好山好水好地方。其实内安的 team 的每一位成员呢，包括了米奇友本身，也是不断的在练球，所以今天就能看到他在球场上的这个发挥了。那 team 梅艳的已经介绍完毕了，接下来有 team Yun。 team Yun 呢，首先出场的就是有他们的副队长啦，陈培勇。陈培勇就不用多说了，身高165公分，对，然后来自格兰丹。你一想165公分，马上接不到球。他说我明明有169，有吗？我怎么从来没有？我可以 Vicky 一下吗？看陈培勇身高。我要称赞一下培勇的东西，就算他不管他身高165还是169呢，其实他在球场上的气势真的去到了180。其实他做任何事情都很认真啊，对，所以我们也是很期待说，哎，他现在是在怎么样？哦、oh, ，OK， 好。然后呢，我们的另外一个女生代表就是队长阿云嗯嘎嘎。他在这段期间也是非常的用心在练球的，基本上每天晚上我都看到他的 story， 就是练球练球练球还有练球。他现在就是 DJ 跟这个羽球选手在交替着身份。嗯，好，嗯，这样子看的话，两队的实力还蛮平均，就平均的没有接到球，还有平均的开不过球，开不过网，然后还有平均的没有办法。在因为上还就是国手的分享，我们还是要学习嘛。对。吴刘莹还有讲说，看你打球的那一刻，你的球拍核心点运用的力够不够精准，就知道你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嗯。然后这样子看的话，两组今天都有一点掉线，可是这一局是关键局。嗯。所以到底谁可以用战略来胜出这一场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到底谁会直接晋级去到决赛。好，我们的这个混双的对决呢即将要开始。我们来介绍，再次介绍 Team 梅艳的组呢，有秉云跟米奇友，跟 Team 云的有阿云本身还有培勇。先声夺人，很认真的他，我差点以为他是 Aaron Chia，他刚刚的那个手势。Ladies and gentlemen, Omarai Team Yun, represented by Pei Yong and Yun. And Omarai Team Mayan, represented by Michio Ho and Di Yun. 好，现场的观众们呢，都不断的在为他们鼓励。来，各位，你们觉得说这一场，你们要 support Team Yun 还是 Team Mayan？ Support 谁？我 no comment， 我不要再有立场了。现在，哦哦哦哦哦哦 ，One 冰云先拿一分，对，先拔头筹啊。啊，输了。没有，我们必须得说，这场呢是荣耀之战，关乎的不是两队的名声，而是冰云跟还有培勇之间的羽球实力，他们多年来的战争，今天多年来的恩怨，今天做个了结，就要在球场上解决了。二五二了这一球，这也是3-0哦。哇，平原气势如虹哎。看我们刚才提一提他心理素质要平稳的时候，之后他就真的是气势如虹。他的思想功可是你们要知道哦，你们要知道 Team Yun， 阿 Yun 和朋友都是不能输的人，最难搞的白羊座和水瓶座摆在一起，所以等下他会每一分都会飞扑，真的。哦，你又不用打 cameraman 德炳云，现在第四了。其实从这个目前的赛事来看呢，炳云一直在去 cover 米奇友，他会尽量的去 cover 米奇友。哎，炳云开始有失误了。3-4
如果今天 Team Yun 胜出的话，你们会不会用爆冷两个字来形容呢？会。硬了这粒球。三比二吧。5-3了。5-3。我们可以看到裴勇不断的出谋献策，感觉上好像有很紧的战略，他一直在调动着阿元的战略，真的。好啊，可以。我必须得说，米奇有拿分呢，恭喜米奇有哎。哦，现在是5-5了。奥了，刚才那里。哦，奥了啊。哦 ，challenge 是吗 ？6-4。哦 ，OK， 好。成绩是6-4。好。大比分吧。股东失分是5-6领先。哦，裴勇一直在买马汉贤，大家。美燕说：“你气有很棒。”双方都要舒缓一下那个刺激的气氛。所以现在是娱乐环节吗？请问。OK。那我们就可以娱乐的主持。秉云急了，秉云急了，急着要攻，真的急了，秉云。球呢？秉云开始急了，放平你的心态。秉云加油，秉云。哦，他没过，这粒球没过。秉云，你竟然不过网，我看不下去。OK， 有网民讲一个很中肯的 comment， 技术含量一点都不高的一场，可是很紧张。8-6， Calm down， 8-6了。现在有 1.5K 的观众 ，Facebook 观众在看着秉云跟裴勇的对决。对，这一场不只是 Team 美燕和 Team Yun 的生死战，还是秉云和裴勇的荣耀之战。你看 Emily 已经激动到站起来了，真的，因为谁赢了谁就会讲3年。对。8-6。扑谁啊？请问？哦。好。哎，裴勇的战术奏效，他说打去前面，8, 然后结果米奇有又真的接不到。米奇有想要尝试往前球，真的，对，大哦，他杀不过网，杀不过网，哎，没事，可以的，可以的。紧张，现在是8-8，追上来了。裴勇来不及跑全场，毕竟 9-8。他的腿真的也不够长，没有。哎 ，smash 他！好，这粒球，裴勇杀得好。杀吧 ，9-0。分哦，真的，秉云加油！三比八吧，三哦，现在来到了10-10。真的，军通奖弄到气氛很紧张，这是真的很紧张，我们替他们也很紧张。
目前是 Team Ayan 11-0，啊，11-10，来到了中场的换场啊。OK， 其实呢，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一场比赛呢，讲真，双方的实力没有差距很多，所以很刺激。那刚刚有一位听众说，好像 Emily 所说的，技术含量不高的一场，但是却很紧张。我觉得紧张的气氛呢，其中一定是包括了这一个，就可以确定说谁会去有这个金牌之战，是，所以非常非常的紧张。而且刚刚其实十一分就Team Mayan部分呢，其实Michi有贡献了很多分，那主要是什么？我觉得秉云 cover 得非常的好，而且Michi呢，他就是不要在我的身上失分，所以他没力时候就尽量的打，用尽全力去。所以他们的策略呢是非常的明显的。是的，然后呢，看到 Mac Lai 他讲说他紧张到都不敢上厕所了。讲真，我现在也是很想上厕所，可以上。然后Mayan说继续奋斗到最后，Team Mayan加油。那其实刚刚裴勇跟阿元呢，他们的默契也真的是不错的。裴勇有几粒球，哇，杀了。先跟现场的所有的观众们讲哦，你们可以喊出来的，你们不要尴尬啊，不要觉得说哇喊出来会很排斥这样子，大大声喊嘛了，胜利了就要欢呼的 ，OK？ 其实讲真，如果我在观众席的话呢，我会喊到很大声，是，因为我一刺激我就会喊。因为刚刚有一个观众抉择，到底要支持秉云还是裴勇？反正谁拿分，你们都喊就对了。我们来现在 try 一下 Team Yun 的支持者掌声。20 seconds. Team Mayan 的在哪里呢？ Team Mayan 的有没有？ OK， 我们来一个吧。两队都支持的有没有？有。对，就是这种精神。我看到杰英开始在旁边很紧张，因为他没有想到 Team Yun 和 Team Mayan 可以达成这样，而且怎样？维修也是来，跟我预测的一样，真的吗？就是他们会打到第三局哦。那你觉得你等一下会打到几局？第三局。OK， 好，就是我自己那时候有点危险。那你也要对子晴有信心啊。OK， 我们看到内讧了，裴勇和阿Yun开始吵架。好，谢谢杰莹。那我们即将要开始我们的比赛了。阿元现场就一直喊杀，对，喊到破喉咙。银圈是这么说的。可以了，可以了。Hello。好，来哦，来哦，来哦。要打情骂俏了啊，好好打球啊。其实他们这个举动呢，确实可以舒缓一下当下的压力的。你确定秉云有被舒缓到？秉云从头到尾都很紧张。五，好了好了。Serve is over. 11-0. 我觉得可以了，秉云、裴勇。那另外一个刺激的点是因为他们双方的这个数字都是非常的接近，可能相差一两分。哇，这一球杀得好，裴勇。裴勇开始发力喽。11，他开始找到着力点喽，裴勇。好，Team Yun目前是13领先比11。Focus. 裴勇连拿4分，我大吃一惊。真正发力发功了，真的。他杀过了，不过再往下面过。对啊，所以这个分数呢，就让Team Mayan拿下了这一分。哇！你去哦，杀到裴勇哎 ！OK，nice。其实你其实也拿下蛮多分的。对。今天大家都很 focus， 很棒。赶快拉开差距哦！其实我比较想看那个差距不要拉开，一直到最尾。哦，打不上吗？没过。
过网，没过网。没事，只是敏云开球没有过网而已。紧张，紧张。是他真的紧张。我觉得他现在身负很大的一个责任。现在看到裴勇一直在，哎，阿云在左面，左面。有特别的策略。其实他们没有在讲话的，他只是讲假装好像你听懂了，嗯，好像很多战略这样子哦。敏云加油，敏云！哇，阿云刚刚那粒球接得好，啊，没过网。14-15 14-15比气有紧张，这粒球开澳了，下回招吧。16-14刚有人说用美色杀回去，是秉云，他是想要杀球的，可是没有打中球。这时候的秉云真的是要调整一下他的呼吸，他很紧张。秉云，你不要紧张，你要stay focus，秉云。Service over. 15-17。其实刚刚我们讨论的点呢是。非常中肯的，就是呢，秉云他的球技比较好，但是呢，是心理素质可能他容易紧张。其实我们也不需要现在再强调，因为对，现在强调的话，对战果比赛的，对对对，于事无补。可以，很好，很好。哦。好。好。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平均所采取的战略就是平均差不多的时候他就站出场外不碰球，他非必要时他才会来接球。哇，孙在场外也很激动，17-17，讲真，因为他们已经把分数拉回去17-17了。有网民说，平勇讲打给米奇哦，然后秉云讲说打给阿云。所以好妹的女朋友都是攻击的对象，这是弱点呐、啊。喝水喝水，妈汉，对。他们也要断开那个 momentum。阿云要喝水，阿云口渴，云口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战局是17-17啦，这一局是关键局，到底谁会带领他们的队伍晋级决赛呢？加油加油！好。啊，没过网，没过网。18-17。妈蒂，什么？1.7的人在看，我们有1700个网民同时观看哦。对，那当然呢，有很多的网民都留言，希望 Team U 能够创造奇迹。他们是没有听众 call in 猜他们得到冠军的。如果他们能够拿下这一局，就有机会晋级决赛，甚至是夺下冠军。而 Team 梅恩呢，就是大家都在猜他们是有机会可以夺冠的哈。现在成绩是18-17，到底秉云能够稳住，还是裴勇能够反超呢？可以的，秉云。OK， 哦、oh, ，所以我们 YouTube 有1.3K 的朋友们在看，所以总共有3000多位的观众同时在收看我们麦好玩杯羽球团体赛2022。这个时候到了，稳住。OK， 其实刚刚裴勇呢，17-17。我很想跟双一起去场外那样子跑两圈。OK， 其实如果金梅燕再次的拿下这一分的话呢，胜算就很大了。
有网民说两个女生可以去场边休息，让炳云跟裴勇 PK。不行哦，我们是混双哦，我们不是男的。再不好 ？AD 再来，还有机会哦。18、19了，紧张啊！我跟你说，如果这一粒球呢是给 Team 云拿下的话，就真的是紧张了。稳住，稳住 ！Team 云有没有机会创造奇迹呢？三分到吧 ！Match point，Match point，20，Match point，80。好，我看到现场的观众呢，有很多人站起来。最高潮点，我终于看到观众席的人站起来了。OK， 最后一分。可是如果 Team Yun 可以顶得住三分的话呢，还是有机会改变的。这真的是创造了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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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最后一分钟都不知道成绩怎么样哦。我坐在这里我都紧张。零。零。那先恭喜金美燕拿下9分，21-18，金美燕没有意外的夺下了一席的晋级权哦，是直接进到我们的决赛了。是，可是呢，我觉得这两组都带来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精彩很棒，因为他们的比分都咬得相当紧哦。首先第一局首局我们男双，然后到第二局女双，他们的比分其实都是非常接近的，对对对。然后来到这一场，有网民评是技术含量很低，可是最紧张的一场，有一种在看决赛的感觉。是是是，我们再次恭喜 Team 美颜啊，恭喜为 Team 美颜拿下这一局的 Michio 还有炳云。耶，谢谢双方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那么刺激、那么好看的比赛。是，也要谢谢 Team Yun 的裴勇还有阿Yun。我觉得 Team Yun 真的是表现得非常的棒了。是是是，对对对，大家都是尽全力的去打，而且也看到说裴勇跟阿Yun。真的没有吵架了，真的一个白羊一个水瓶，是因为刚才有一起存在，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有观众留言讲说，好想看阿云去骂裴勇，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在场上就是还是以大局为重啦哈。好，那我们再次恭喜 Team Mayan， 刚刚所有的组员表现都非常的出彩。那你们的队长呢？其实有在看直播，也非常的开心。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很多人都说哦。回先讲，恭喜 Michio 的战略很厉害，而且我真的是要赞一下 Michio，Michio 你真的是晋级成为我心中羽球女神了，真的真的。Michio 你要过来吗 ？Michio 过来一下。我觉得 Michio 可以过来。过来一下，我们来聊一聊。炳云也过来一下吧，炳云。一起过来吧，炳云和 Michio。对，炳云他此刻已经在庆祝他的这个胜利了，炳云也过来一下。我觉得炳云他也终于松一口气了吧，因为毕竟今天队长没有在现场。他今天早上一看到我就跟我说，我真的睡不好跟睡不着。但是，炳云恭喜你，你做到了！李美燕做到了！哇！虽然队长没有来，但是这个荣耀属于我们全部人的。耶！好像拿冠军这样。妹妹，我觉得Michio真的是进步神速。是，真的，我要谢谢我的队友一直劝我。对对对。尤其是炳云，我们昨天还这几天还一直努力练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Michio从第一场下场到现在，他的那个进步真的是神速。神速。那我想问一个问题了，就是你们现在可以晋级去决赛嘛？Michio，你还会下场吗？我还会下场，因为美燕不在。没有关系啦，因为即使美燕在，还是你下场。是是是，我觉得怎么认同？我觉得这今天这一场已经够了。有表现到，因为我们练了47:49，是，49秒就有这样子的能力，我觉得很厉害。没有，其实我觉得大家的实力差不多，就看谁的状态好一点而已。那你们觉得刚刚你们制胜的关键是什么？后面米奇有稳定了，对，不紧张了，不紧张了，因为我前面真的很紧张，我后面开始稳定了。要不要称赞一下对手？对手很 big tech 现在。其实阿Yun也发挥得很好。什么？阿Yun你讲什么？阿Yun发挥得很好，就只是差裴勇。哎，我终于可以在面前 diss 裴勇了。我们邀请我们今天的裴勇和阿Yun也上台来。对，裴勇、阿Yun在哪里呢？裴勇、阿Yun。裴勇、阿Yun。所以炳云，你接下来这个连续10年都可以拿来笑这件事情哎。我们不是有填了一个目前最佳成绩吗？对对对。卖好玩杯。做亚万冠，做亚万冠，对对对，做亚万冠。哎，裴勇跟阿Yun不打算上来哎，有他们在这换这鞋子之类的。对对对，裴勇跟阿Yun有在吗？来来来来来，裴勇在对面，阿Yun现在上着来。来来来来来。
原来了，裴勇要来解释一下。我看到他一直在场上左右你，给你很多策略吗？我教练有跟我讲了，我做错一个策略，就是我中间我太晚点，因为其实秉云是非常紧张的，我其实可以压住他打的，后来我就缓一缓了他的紧张，我觉得啦，因为第二场11比10，我们连续追5分，追6分，是。 那个手超紧张，裴勇讲一讲。我们现在头脑是空的，我要回去看直播，看感觉。你要看 playback， 是。现在终于明白那些国手们在比赛的心情要。那个心情，明白，完全明白。所以你现在可以明白上几个星期尾声的心情了吗？也完全可以。今天是阿云桃的裴勇啊。哎，真的耶！我们刚才在那边讲说到底是米奇欧怪是谁？因为上星期吴柳莹讲哈，如果婚双。 有什么烂老的话啦，但错，对，都是男的错。这样讲，是战略上来讲是啊。哇哦。OK， 后来17比19，他跟我讲，你相信我，我会追回来，我就。OK， 他说他会反超。最后一球你没有接，我没有办法反。OK， 我们的 Team Man 的水平和白羊开始在吵架，明天铜牌战你们还会一起下场吗？ 应该不会，我们是翻脸的，对对对，应该不会，所以接下来三个月，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接下来三个月不会看到我们在同一个框框。我们大概翻脸不会。如果有业配呢？业配很难配，跟自我私下的，跟原来的台讲的，还是以大局为重啊，赚钱最重要。对，好，那谢谢 Team Man 的两位，那明天铜牌战见哦。好嘞，还有我教练今天呢在丹麦打 semi final， 我们 semi final 的睡着，我希望他 semi final 可以进final。耶！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看 Jack Lin， 你要坐下来讲球吗？那我去旁边先哭一下。OK，半个小时我回来。他先去抹一抹汗，干一干，这样子。OK， 好，其实今天我们刚刚呢看到的是上半场的这个半决赛啦，然后这三组其实对我们来讲已经是消耗了我们很多的这个热量。 大家都很紧张，接下来这个 Team Jack Lin versus Team 杰莹，其实是更紧张的了。因为其实讲真的，紧张了。您说紧张是啥？真的吗？字典里是没有紧张。你看他现在的表情，我完完全全觉得他是紧张的哦。12:05的时候，他跟我说，我的队员还没到，为啥呢？因为我们就是老神在，冠军队呢。<笑>我有点不敢接了。<笑>然后。 其实冷战在我面前已经说了，他已经准备好要打铜牌战了。哦，这种是以退为进，结果等下一上场的时候，全部人那个攻击力是300的。我先喝一喝水哦。可以，没有问题。OK， 这样我先来问一下Daniel啦，Daniel，你今天真的是很认真的在主持跟观赛这件事情。那你觉得说上半场的这个 Team Mayan 还有 Team Yun， 目前谁是你心中的 MVP？OK， 其实。 OK， 我讲真的，上一场的 MVP 的话，我心目中觉得是 Michio 跟 Ayun。哦。他们两位都打得非常的稳，因为他们是抗压。好，不过呢，我们现在看到 We Smash 的这些专业人士已经去到了现场啦。是的，我们的 We Smash 的裁判还有边线员已经在场上了，给他们一个掌声。好，那接下来的比赛呢是 Team Jack Lin versus Team 杰莹。 那我们一个一个的来介绍一下在场上的选手们啊，包括了有我们的 Wing Seal 道伟哥，好，我们有同童童姐，是副队长，副队长。那也说一下他们的顾问教练，就是吴柳莹。那接下来呢，也有长乐，掌声鼓励鼓励。那讲真呢，也有曾经是我对手的李翔大哥。好，那我们一一的还有我们的这个听众选手们，我们说一下，我们有丹苏令。好，接下来呢有 Yun Siu Ting， 当然也有我们的 Apple， 最后呢有这个韩小爱非常喜欢的 Sean。
所以今天 Team Jack Lim 是全员都到齐了。对，全员到齐。是 OK，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另外一组啦，大热门，他们的顾问教练今天下午也是有比赛的，在这个 Denmark 的公开赛啦，哈，就是丢一。 然后 Team 杰英的队长有赵杰英，对着镜头 say hi， 对，然后副队长呢就是 Dirty， 他没来。好，那接下来我们的艺人选手 Perry Kwan， 站在他旁边的是 Lim Chi Wing。 对对对，不用这样拍摄，看着镜头 say hi 就好了。好，接下来就是有 Lim Ji Lin， 喂，认真一点。好，接下来呢有 Lee Ji Qing， 还有最后有 Bradley Chris Chi Kwang， 哎呦，90度鞠躬。<笑>好，非常的紧张了这一组。那我们双方的队员都已经介绍完毕了。 没错，那接下来呢？大家在线上看着这个朋友啊，看着这个球赛的朋友都可以分享出去，因为接下来就可以看到更刺激、更……是，我们呢要准备一下男双要出场了，那其他的选手都可以先休息一下，没错，对，先到一旁去坐好，一起来看比赛哈。好，那现在呢，双方的男双都可以准备来到场中去抽签了。 哦哟，喊口号了，气势如虹啊！哈，来，男双的代表请准备一下哈。所以今天呢 ，Team Jack Lim 派出的代表是长乐以及李翔大哥。那 Team 杰赢的呢，有 Lim Chi Wing 还有 Perry Kwan。如果根据我们刚刚私底下的聊天环节，比较难。因为杰英有下场，是。可是，但是关键杰英有下场。对到的对手是苏林还有秀丁，两位都是老实说技术非常好的选手。其实讲真的，我本人的私底下想看第三场。不过我想说，我还没有讲完，就是杰英和子晴一起打的话，就可能不一样。 因为子晴一个可以打三个啊，对，他的cover能力也是非常的强。对，他一个人就可以 cover 完结赢。好，这一局基本不用讲了，就是加油好吗？长乐加油好吗？OK， 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在场上的男双的代表们，我们先说 Team Jack Lim。我们先说说 Team Jack Lim 的，我们有他的这个长乐。 那长乐呢？我认识他，就是因为他在这个 YouTube 上做了蛮多搞笑的 video 啊，他自己的 content 啊。但是这一次呢，为了这个羽球比赛，确实是非常的努力，在搞笑之余，也是有练这个球技的。那另外呢，说说我们的李翔大哥，那目前他的年龄是47岁，来自 Penang。虽然说他是一个艺术家，但是呢，他也是为了这一场的比赛呢，下了蛮多的努力的。所以大家给 Team Jack。 Lim 一个很大的掌声鼓励鼓励。好，那接下来，来 Team 杰英的部分呢，我们先说一下啦，就是有这一位叫做 Lim Chi Wing 林志勇啦，我们都叫 Sai Wing 啦，年龄27岁，身高180公分，出生地是 KL， 最佳成绩是孟加拉羽毛球国际挑战赛的男单冠军，那现在的职业是羽球教练。 现场，请问Saiwing的 supporter 在哪里啊？原来是 Team Aki 的人。然后我一讲到 Saiwing 的时候，是很多女生在那边呜呼。OK， 好，再来呢，就是要称赞一下这一位，他好像从小组赛一直打到现在，都没有休息过的 Perry Kwan 关伟杰，今年22岁，身高176公分，来自 Binning，他的职业就是 KOL， 还有老板。 企业家啦，企业家。然后他有另外一个分身叫 Perina，所以等一下打球会不会有 Perina 出现呢？我也不知道，比较难。可是我们 recap 一下上个星期其中关键战，大家看得非常忐忑的，就是 Perry 还有 Lim Chi Wing 对垒 Team Aki 的男双，是 Mackenzie 还有 Get Han， 是因为什么我会说大家忐忑不安呢？因为我们以为 Perry 还有 Sai Wing 会以大比分碾压 Team Aki 的男双，结果并没有。Ready to play。
非常的焦灼紧张，那我们现场都忘记要呼吸这件事情。对，他们的实力很好。这情况到底会不会在今天重演呢？嗯，就看他们有没有紧张咯，有没有被长乐以及李翔大哥的那个气势给镇压到吓到样子。是，我看到长乐还有 Perry 在妈妈站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干嘛？看到说有这位观众啦 ，Real Sun Kian Ming， 他说 ，She Win and Perry Strong Way。OK。Are you ready？ 的确啦。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Team Check Lin, represented by Zhang Le and Li Xiang。不如我们来猜一猜，谁赢这一组会赢多少分呢 ？And 猜一下。你觉得金杰英会拿下多少分 ？OK， 其实讲真的，双方的实力相比之下呢，确实金杰英的实力可能会比较高一点。理想与 Perry Kwan level。那我们接下来即将会开始我们的这一个男双的对比。好，这里金杰英拿下了第一分。One love。啊，杀不过网。Service over. One. 来，在看直播的朋友，赶快帮我们 like share 出去了哈。现在呢是 Team Jacqueline versus Team 杰英，比数是1-1。哦。Service over. 刚刚那粒球是很难接的。In。这粒球，我怎么目前看到的东西是四个字，轻而易举。感觉像塞伟和 Perry 有吸取上个星期的教训呢。哦。而且今天的 Perry 没有那么紧张了。嗯。哦。毕竟经历了好几个星期的比赛嘛，是心情应该也会比较平稳一些。而且 Perry 其实也是一直有在训练啊。奥了这粒球。然后也一直有去跟那种专业的选手打球，对，一直在，很快，是是是。Four seven, four. Step on the line. Step over. Five two. 军圈说这一场是颜值 versus 经验之战。谁是颜值，谁是经验？我现在也是在问着这个，对啊，很大的问号。好，这粒球 out 了，金杰英拿下去。Six two。Seven。不简单，不简单。因为刚刚其实那粒球呢是中场偏高，所以其实李翔大哥接下的话是很难接的。所以可以放弃，其实可以放给长乐。好，打得好。Eight， 金杰英再次的拿下一分，目前分数是8-2。哦、oh. oh, ，没过网。Good try, good try。Nine， 半决赛出现这样子的成绩，还真的是。Ten。10-2了，加油，李翔大哥！没过网，打网怎么 over？ 他皱眉头， Three, 他在问自己：我在干嘛？为什么会打出这样的球？最近发现 Seven 跟长乐还蛮像的，眼睛吗？笑起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哦，甩球拍，哎，发生什么事情 ？Ten， 那因为刚刚他打高球。通常我们看到甩球拍的，就好像 Assassin 这样的高手才会甩球拍。五。哇。It is over。11-4了。Interval， 轻而易举。这样子，杰英会，杰英要加油，杰英，杰英在哪里？杰英在对面。杰英在 warm up 这了。在 warm up， 没错。他从刚才10点 warm up 到现在。不用紧啦，杰英有子晴。子晴一个人真的是一个打10个。
OK， 所以目前的分数呢是 Team 杰赢11领先比4。那其实从刚刚的那一场比赛来说呢，确实我们的Lim Chi Wing 其实他自己的本身的那个实力就是在那边的，所以他刚刚就是很轻易的拿下蛮多分。虽然说刚刚的那粒杀球，其实我很期待他杀去对方那一边，可是他没有过网。嗯，那每个比赛都会有一些小失误跟小意外的啦啊。但是可能在球技上来说呢，确实 Team 杰赢刚刚的那一局会比较稳。相比之下，就基本上大家看到那个阵容一出来的时候，看到他们的排阵的确也是去到整啊，我们讲最佳阵容啊。只是可惜就杰赢在里面而已哦。杰赢他号称自己的那个实力是大跃进。对对对，杰赢真的是一直有在被训练呐，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之前跟现在。如果他的粉丝没有在看的话，可以把它剪成一个 highlight，然后让大家看到他的进步之旅。从第一场对上 Team Yun 的那个腾鸡，然后打不过网啊，接不到球的样子，然后到今天的表现。Bales, be on guard. 好，看到他们其实谈了蛮多策略。长乐，说好的120分，长乐冲啊！OK， 现在目前呢，双方的这个男双都已经进场准备了，要开始这个比赛。嗯，我老实说啦，是两队男双真的他们的实力也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可是我们看到杰英那组也是打得很 gentleman。哎，刚刚我们还讲的句话，有时候接不到球。对 5-11。是2-5了。5-5。13-5。哎呦！哎呦！阿我。Service over. Six.13了，这里球 Service over 14-6 14-6哎呀，过网没过网 15-6OK， 从目前的这个赛季来看呢，Team杰赢是比16领先比6，所以其实那个差距还是蛮大的。哦 ，Service over， 这粒球打得好 7-16。OK， 我觉得刚刚的这粒球呢，绝对是今天的 MVP。他来一个反手杀，刚好落在网上再过网。刚刚裴勇讲的耍帅很重要，结果真的就真的给他帅到了。长乐就感受到裴勇的爱了嘛，哈。哦，好，这粒球 out 了。Over, 真的啦，老实说，如果两队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呢，成绩不重要，帅最重要。此刻真的帅最重要，各位慢慢来。啊，失误了。18-8。哇，连杀三粒球！
再次立啊！不用紧，不用紧，有表演到，有表演到，对对，是有表演到啊。但是真的看得出呢，长乐跟李翔哥他们都是在尽力的在打。嗯。耍帅真的很重要了，老实说，长乐。就是赢重要一点，赢。如果可以一边耍帅一边赢。20 match point。重点是因为两组真的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在这种关键时候呢，最重要靓仔啦，长乐。你今日好靓仔噶啦。系，佢今日做到咗。他教阿 Ham 之后建议做到去了 ，Game 好，没有悬念，21-8。是必须要讲说，其实是四位在台上，在我们的这一个主场上面，其实都是在尽力的。李翔哥也很卖力 ，One by Team 杰莹 21-8。好，我们先恭喜 Team 杰莹呢，就拿下了第一分。好，那我们男双已经比赛完毕了，下一个就会迎来的这个女双。那先说说其实刚刚我们这一场的过程啦，阿 K， 你看了过后呢，你现在目前的心情是怎么样？有什么评语？现在心情非常的平静，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呢 ？OK， 讲真，我自己觉得好像 Emily 刚刚一直讲的，其实双方的水平可能不在一个线上，所以我觉得刚刚长乐做得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机会展现我的帅。其实他刚刚连杀了四粒球。所以我觉得是有啊、让大家看到他的杀球，他的耍帅。对面站的还是国手级的人马，然后长乐他一向来都很热爱羽毛球运动，然后也常常会在私底下抽出很多时间去练习。之前呢，在场上没有办法展现他的帅，连我都为他感到可惜。可是这一场不一样哦。靓仔哦，可以转个身给大家看一下哦，他后面有个而且我觉得长乐还有那个赛颖还蛮像的哦，你看真的嘞，身高比较有差别，唔系啊个样啊，赛颖好好多，唔系赛颖嘅皮肤好好多，系咩？佢皮肤真系好好哦，白里透红嘅 ，Daniel 比你好很多。然后 Perry 现在脸上的笑容是我前几个星期都没有，是他前几个星期紧张到一个顶点。你们有没有尊重过杰莹哎？一直觉得他是里面他没关系，等下我们再慢慢 Q 杰莹。OK， 我们先好好的讲一下。其实因为刚刚呢，会有些人讲说，哎，其实我觉得说，在 Team 杰莹的这一组了哈，赛伟跟 Perry 有做到卖好玩杯的一个精神。他们除了尽全力之余，他们也认真的在跟对手真的是在打球，也不是讲说一面倒的我狂杀你。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哎，这个态度，这个精神其实很值得去赞扬的。没错。然后我看到一些网民开始留奇怪的言啊，哈，他说就是他们没有尊重对手啊。那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刚好在这里看了四个星期，哈，是，就是我们的选手们到底有没有拿出最认真的态度来对待比赛呢？我觉得没有人会比我们更清楚啦。所以我觉得网友们在留言的时候，还是自己看待，就认真看待自己的遣词用字啦，哈。OK， 现在我看到说，其实混双也在很紧张了。嗯，我看到 Apple 忐忑了，怎么样？现在是不是我要准备上场了？因为 Apple 其实从上个星期我们就给他思想工作，你真的会下场的，所以你要准备。OK， 虽然说 OK， 目前 Team 杰莹先拿下一分，然后下一场是女双的比赛。其实呢，怎么样都好，我们尽量争取说最后会来第三场，不管什么情况之下。是，我想看，我真的想看混双。对，因为 Apple 970是我学校的代表。我们讲一句，我帮杰莹讲一句很拽的话。他之前有讲说，子晴呢都没有认真展现过他的实力，所以我让他配我，他一个人可以打三个的嘞。对呀、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真正的实力了。那 We Smash 的代表呢，已经进场了。Yeah.还有我们的边缘人，没有老师都已经站好了。之前有一个很经典的画面，那时候他坐在地上哦，随便打。对，他对我的时候，他讲说，我就给你球哦，我给你球，我给你尽量打，给你尽量打。哦，真的，他也是很贴心。好，那我们今天就看他表演哦。很好的对手，因为毕竟还有这个猪队友。我觉得等一下要给他一些能量补充的，不管是饮料还是什么，因为子晴等一下会全场跑。啊？我已经累了。啊，杰莹已经累了。他已经累了，杰莹刚才好像还好而已嘞。刚才男双在打，他坐在旁边，他是没有表情的。当然了，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接下来自己就要下场。刚刚才我们女双落后的时候，我的内心是一个，我知道我要下场，就想坐享其成。我就觉得男双女双拿下之后呢，
就更容易一点。然后我本来还有点担心陈培勇的，但是我现在看他大口大口吃饭，嗯，非常的放心，因为他、啊、他心情也非常的好。放下了心中的压力。OK， 哎没有，天大地大，吃饭最大啊。Okay. 足球也还是要吃饭的嘛，喂，这样哦。不管怎么大都好呢，接下来确实看这个比赛，比较大，比较自己。那我们先邀请双方的女双进场。好。哎。在 Team Jetlin 这一边呢，有谭淑琳，还有 Yun Siu Ting。哎，我很想要看子晴展现她 Full Force 的实力，是，因为听说她 Full Force 的时候很厉害的，是没有人可以在她的拍下存活的。听说，听说她是真的是闪电侠一样，可以跑很快的哦。然后 Team 结英呢，派出的就是结英本尊，还有李知庆。哇，子晴的 supporter 在哪里？可是 Melissa 也很拽的啦，她有一个朵，她是空姐界的戴姿颖。哦，虽然戴姿颖昨天不小心输了，这样看的话，感觉会打到第三局啊？为什么？我也是这么觉得，因为有结英在里面。对，我们真的全部都因为结英在里面，所以就觉得子晴你要加油。其实全世界都猜 Team 结英会拿冠军，我常常在想说，凭什么？没有啦，有两个，有两个很勇敢的，觉得 Jack Lim 会赢，是不是？对，他就真的是搏一下咯，可能有奇迹会。哎，你们两个现在观赛是对的，因为明天你们打铜牌战，应该就是对。哦，我队长讲怎么打怎么赢，明天就怎么打怎么赢，今天就啊。好，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一个在场上的选手。没错，现在呢双方的女双都在准备热身当中，那我们来介绍一下。那目前呢在 Team Jetlin 的女双有丹苏丽，那丹苏丽呢目前年龄还是蛮年轻的，然后呢身高160cm， 来自沙巴。那她的最佳成绩呢包括了有2010年 BAM GP Final Under 18岁的 Girl Single Semifinalist， 那2012年呢是台湾 Universite 的 Girl Single Champion。那另外呢，除了丹苏丽呢，介绍另外一位，我们有 Yun Siu Ting。那 Yun Siu Ting 呢，目前23岁，身高162公分，来自科大。那他的最佳成绩呢，有这个 World Airline Badminton Championship 的 Runner Up。空姐，我想要想一个很废的话，什么？因为冷桑他一直跟我讲说，每当结英上场的时候，他就很想要去 Objection， 就是参加女双。他说我怎么可能？她不是女双的啦，她莫这样子。各位不要误解，我们的这个半决赛是男双打完是女双，拍到混双。OK， Mr. Lim， 对 ，Mr. Lim，Hello， Mr. Lim， Steady， Mr. Lim， 来找一个，喂，找一个人抓住一下 Mr. Lim， Mr. Jack Lim， please be seated。很生气了他。好，那我们介绍完毕了 Team Jetlin 的，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Team 结英。好， Team 结英呢，首先派出的就是他本人哦，我们也不需要太多的解释了，他就是我们的 My On The Way 的 DJ， 然后他很努力的在练羽球这件事情。最近他很骄傲，因为他说接下来他应该会是双料冠军，人气队伍还有那个好玩杯。我昨天跟他讲人气队伍的时候，你知道他那个语气，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投我的，我没有叫他们投。他讲说，在他那组 group chat 里面 ，Seven 一直撩他。哦，我们这样开始在影响他心情。哎，他真系呢排开口埋口都系 Seven 嘅。Seven 啊 ，Seven。佢 on air 度，佢放工，我哋拍嘢都系 Seven 啊。我哋私底下倾偈食饭，佢又 Seven 啊 ，Seven。系啊 ，Seven 讲咧 ，Seven 讲咧。系咯。阿西荣讲呢啲咧，西荣同我哋讲咧，比如说这叫兄弟情，你们不明白，真的吗 ？Romance，you know？ OK， 好，来说一下子晴啦哈，李知庆，24岁，身高164公分 ，KL， 然后呢，他最佳成绩就是在 Vietnam International Series Semifinalist， 他现在呢就是一个羽球教练。OK， 这样子看的话，感觉结英冻过水，真的假的？因为他刚才在。只是 warm up 而已，他都好多粒球就这样子了。嗯，对对对。可是他可能就是放水，就是前面先保留实力，对对对对对，又稳咬时先这样子哎，感觉上啊。可是杰英应该没有这样搞招，有认识他这样多年。对。
那这确实因为杰英已经下场了蛮多次的，所以今天我觉得可能会比较稳。嗯，那是杰英的心理素质还是要 build up 起来，他应该搞得顶了的。现在杰英你又累了，可是最近还有无敌自信，还是那一句，是他觉得自己是双料冠军，再加上他觉得塞文暗恋他，对他有塞文给他的力量。他说不好意思，我将我们平时 off mic 讲的话都讲出来，搬上台。如果这时候 Seven 走过去跟他讲接应你得嘅，他就开 turbo 了。不过讲出来出自私心的话呢，我也是想看到 Jet Lim 会拿下这一场，是可以看到第三场的比赛了。是是是。OK， Team 接应的副队长德廷呢出现了，他说加油啊 Team 接应。我还以为他在现场呢。如果他在现场，他一定会喊口号啊，接应接应肯定会赢之类的。哦，真的假的？好可怕啊，这种口号。好，比如说接应接应肯定会赢，什么德廷德廷爱你，对，就有特别的口号。好，现在看到呢，双方的女双都已经开始准备就绪了，即将开始我们这个双方女双的比赛。德廷叫接应要加油，要学耻。怎么要学词？ Ladies and gentlemen， 因为他第一场输给云。Oh my god， Team Jing is led by Lee Zeking and Ji Ying。 And oh my god， Team Jet Lim is led by Tan Solin and Yong Shu Teng。 Okay， Team Jing to serve， Lee Zeking to Yong Shu Teng。 其实这样看啊，你看杰英的表情，其实很紧张。杰英不要紧张，你现在的表情，表情管理要顾好哈。上班时候很紧张。哎呦，秋梅秋不过，而且我第一次看到陈子晴是在做效果的。好球！一字马。目前分数一比真的很难，我常常不明白为什么打羽球要打到出一字马呢？哦，那个 view 高一点，哦 view 会高一点，主要是点击率。哦 ，OK。那为什么你刚才没有一字马？我没有，因为你不用一字马，你都可以已经很高了。来比赛吧，挺好球。哇，刚刚这粒球美，好看。对，而且。舒林的一字马是他的招牌动作来的，还有小爱了。嗯。竟然放空，什么情况？就接应就让给了芷晴。嗯。好了。哎呦，拿到了。Jet Lim 的 team 呢是四比一优先的。低落这样子哦。第七呀，他们两个。哦，好球！哦，准备到吧。二比四了，好看呢，球很好看。他的心理素质也的确真的是需要加强。因为其实这粒球呢，去到了对方的中场偏高，其实很容易被对方杀的。这种就是 aim 到哦，是到点。那朋友一直跟我讲打去友，打去友，我 aim 到我到不到也是另外一回事。裴勇在喊打去友的时候，秉云也在讲打晕打晕。发生一些状况，刚刚那球其实已经 out 了。对对对，所以杰英是闪得好的，他是闪对了。嗯。哦，失误了，失误了。哦。分数再次的拉平，目前四比四。有人问裴勇，你将饿？他是饿，他。再比赛吧。Five four。是林德荣的队伍领先两分，但是以他们的实力，我觉得以子晴的实力可以随时轻易的。刚刚那球杀得好。漂亮 ！Very in， 好球！下去抓吧。OK， 我觉得刚才大家可以看回放，刚才杰英是不小心接到了那粒球，然后就喂那个表情。他有接到啊。对。
有球打到框，好球！啊！三零八吗？我第一次看子晴紧张哦，第一次看子晴紧张。是我，子晴是最近练球练太累了吗？哦，第一球是硬的，所以这一分是给 Team Jack Lin 拿下。Five， 这一球硬。现在的心有点矛盾呢，又想看混双，可是又想杰英加油。没关系，明天你再去让他加油就好了。昨日训练以来的这个成绩，刚刚杰英那粒球，来要抹地抹地，要抹地抹地。今天不错，我觉得最主要是他们 team 杰英的策略是完全，他把杰英最差的那个缺点，他笨重的腿，就不让他站后场。笨重那两个字就不要提了啦。但是他灵活的脑袋就让他在前场啊，打得非常好，真的。所以我相信可能哦，真的会越来越好，渐入佳境。好，我们已经商量好这个策略了。对对对。其实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小秘密。来。有时候专业的选手在聊策略，其实真的是在随便聊天。对对对。然后比如说我跟阿勇讲 ，OK， 阿勇，我们要让对方紧张，我们聊个十秒，你吃饱了吗 ？OK， 等一下打你球。所以刚刚我们有在那边讲，没有？他其实没在讲东西的，他就叫他点头吧，聊讲点。发现了，对不起。你真的是觉得我们认识你不够深吗？好，刚刚那粒球呢没有过网。什么东西？吃饱饭了没有？啊，不至于，他们这种国际选手不会，三分抓吗？可惜可惜，杰英要稳住，杰英。只要现在目前全球稳住，我其实真的可以打到后面去了。真的。哇！三分抓吗？刚刚这整套动作是标准的男生水准，是真的，我差点以为是男双打女双。你们那边抓吗？现在已经在零十比八。是，这样看杰英这组蛮像两兄弟的。好球，再来。哇！好，现在目前的分数呢是 Team Jack Lim 十一比八。我看到林德荣开始激动了，他刚才激动了。我就突然间觉得说，为什么 Team 杰英有点人丁单薄，现在四个人呢？其实拿下这一分呢，对于 Team Jack Lim 来说非常的重要啦，这样才能迎来了第三场的比赛。人丁单薄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混双去 warm up 了。对，对，这个真的很重要。是是是。好，现在看到塞伟在跟子晴还有杰莹讲策略，这时候塞伟真的是要给杰莹一个很大的鼓励，拥抱也是不错。其实我比较好奇德荣哥，这个时候整个好像主教练这样，是我不知道他的内容是不是像我刚才的这样的策略，是就是来我背乘法表，你们点头啊，一三三二三六三三九啊，你看啊，我猜是这样子，他是真的认真讲。国际级的选手，他也很想要教他们怎么打。然后，下一次我们如果未来可以做2.0的话，我们连那一个那球员区，我们可以放几支麦。哦。啊，国际比赛都是这样，那个打两侧，我就在那个时候发现了。啊。对了。不是他们讲的太大声的关系吗？他们整个那个麦是整个布麦在那边头上。稳住。OK， 现在看到呢，双方的队伍都在讨论着这个策略，但是到底是策略还是讲什么话呢？我们就看下一场我们接下来的那个比赛啊。是的。那现在目前呢 ，Team Jack Lim 呢是11-8优先。是的，我刚才看到 Brandy 他讲说，刚刚是哪一队赢了呢？你可以看回我们的直播，我们的直播 Anna 之后你可以看回去的，非常的精彩。Vincent 讲说，整个槟城都在期待 Jack Lim 的出场。整个槟城，整个槟城，哎，哇哦 ，Jilin，Angeline 是混双的。
OK， 然后他打球也是跟一个男生也是一样的，那个力度好强。我听我的教练说，她是目前整个比赛数一数二最强的女生。这是个非常高的评价。是，第二是？数一数二了，就没有讲第一、第二。这样第一的男生是？也在这里。这个是基本上不需要讨论的话题。好，确实呢，其实蛮多人说今天杰英的表现是出乎大家的意料，非常的好。那现在看到双方的女双呢，已经开始准备进场进行接下来的比赛。那你杰英会不会打完这一局直接晋级呢？这一个决赛，还是我们会看到混双呢？加油加油 ！11-8。哦，咦。子晴的脸上很多的疑问，我一直看到他很多的疑问。13-8，目前的分数呢是 Team Jack Lim 13优先第八。预料的，真的是出乎我，真的。哇，接得好这个球。哦，五十一，对，好 ，14-8 ，OK， 14-8，拉开了分数了，有啥？他真的很像足球总教练，嗯，保龄球总教练也可以，嗯 ，It's out， 好 ，It's out， 这样子打下去，心理压力就会很大，而且未必输哦。What a brilliant shot！ 哇哦，大家知道吗？9-15。有。瑞娜讲，杰英把球控低。哇！哇！哇！这个是好球。杰英的答案太优秀了，太优秀了。他真的刚刚用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哇，真的，杰英你真的优秀，杰英你很棒，你是场内最棒的观众，哎没没，场内最棒的呸队友，哎，杰英哦，杰英加油，真的因为你的存在凸显出你队友多么的优秀，杰英你很棒，真的太强了，太强大，杰英你稳稳就可以了，稳稳。对，很稳。你就让子晴去吧。待会你的策略，一开球你就跑来 camera 后面这里。哎，不要笑，认真认真。这种话太认真。哇 ，nice。哦，有球，有球。那那球杀到的话是很美的，可惜。我们稍微把那个紧张气氛放缓了，就表现得这么好。啊，加油加油。哇！哇！哎呀！接得好！杰英有在进步。杰英真的很棒了啦，他尽力了，他真的尽力了。哎，他还没有输，为什么讲到好像已经结束了？啊，继续加油啊！哎呀，很好的往前球，很好的往前球。17-11。小姐姐加油！加油！加油！这个世界真不公平，关注点没有在赢的人身上，全部只是叫杰英加油而已。Melissa 加油！哇！哇！18-11。嗯，肯定肯定。好，顺利 ，Melissa 也要加油。哇，很好的 cross net， 很好的 cross net。19-11。哇，我们查一查地上，地上都是杰英的。好，杰英
喘口气，你真的喘口气。我差一点要讲一些不该讲的事情。刚我们其实仔细回放，你们在趁着这个拖地的挡额，你可以看一下雷射刚才那个 cross net， 他是真的是等到对方跑来接应跑来再放回去的，这个真的那个等待就是功夫了。我确实觉得你讲球比打球好。哎，这是肯定的。所以明天不如你来讲球吧。哎呀，我明天还要上场。是吗？对对对。是我跟他要学起。特别糟糕。哎，怎么可以这么讲呢？把我的心里话都讲出来了。你刚刚已经讲过了。哟，很优秀。哇！下面知道吧？这个球值得给梅丽莎掌声。Twenty, make point, well。真的几乎快要动到地上，那个球还可以打得上来，而且不是没有质量的球，是很有质量。啊？行。打。哎呦！要先恭喜 Team Jack Lin 呢夺下了这一分，优秀优秀，21-12的成绩，太棒了太棒了，恭喜恭喜，耶！来一个来一个。啊，那我差点误以为刚刚赢的人是长乐。啊。长乐的环境很大一下啊。就是要这样子的队友。OK。才可以把这个士气带起来。Team Jack Lin。我觉得今天好看的点还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场。哦，第三场，只能说选手们真的太会做效果了。对，本来我们还以为说会毫无悬念直接结赢，会2-0他们。没有，刚刚他们这里确实真的很强。这个能力绝对是有。如果单单看这一局他们四个的表演的话。我觉得这一局的 MVP 会是 Melissa， 真的整体实力太优秀了，当然她本人也很漂亮。对，我觉得说你其实后面那个才是重点，她拿 MVP 是因为她人很漂亮。所以别人从0分开始，还从4分开始，啊，起跑点不一样，起跑点不一样。基因呢？基因的话，如果是按照颜值来看的话呢，她在帅哥的 category。刚好我看到世荣又冲过去，稍微。安慰下謝盈，係應該好快冇事。你知道你有冇睇到佢嘅表情？我真的昨晚還是覺得分析一下，應該這兩場球都不應該打到混雙。我確實有這樣的想法，偏我們打到混雙。那接下來混雙代表 Jack Lim 的有邱世林，我沒有看過他打球咧。可是他真的很厲害，他們全家都很厲害打球。真的嗎？還是我們學校，因為他是同一個中學的。他们是天天没有在上课，然后天天去代表学校打比赛的那一种。我觉得今天 Apple 呢就能真正的发挥到他的实力，因为今天呢双方的实力的部分不会说相距太大。那我们先说呢，其实接下来的混双，是，好，而且刚刚呢，我有看到说，哎，刚刚不是有讲说。整个 Binlin 都在期待 Angeline 出场嘛，然后 Binlin 又讲说被 Angeline smash 就好像被萝莉撞到那么大声。哇！没有，他的 smash 各一个球场我已经觉得会杀到我的那种。真的吗？他的 smash 力度，我跟你讲，如果你觉得子晴的 smash 的力是大的，我觉得 Angeline 稍微再大一点点。可是 Angeline 其实是一个少女哦，她也是一个小少女。我不管 ，Bradley 也是少男呢。Angeline 确实没有握球拍的时候是少女。对对对，她一握了球拍之后，真的是又是变男双了。没有没有，绝对不是。那你看呢？她握球拍，我还以为是卡车司机。喂，你看，棒！你看我没有看到球，真的是看到球啊，是啊。Angeline， 你要加油哦。对对对，等下我会帮你拍很多照片的 ，OK。别人杀车，别人杀球是砰，他杀球是嘣嘣嘣，真的是有被撞击的感觉。有回音哦，OK， 然后也可以讲一下，因为今天呢，这四组是不是就是 Team Jack Lim、Team 美恩、Team 杰莹、Team Yun 四组的顾问教练其实都是盘呢。有没有发现到丢一亿翁有心是盘呢？炳顺跟郭刘英曾经是盘呢？对，所以真的是你看他们的缘分延续到来我们的麦好玩杯羽球团体赛2022，这超强的。
然后刚刚有看到 Brandy 他讲 Apple 以前真的很厉害，很久没有看他打球了，所以今天就会让你们看到。而且 Apple 刚刚在场外的时候，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陈文宏是这一个颁奖嘉宾嘛，他讲他很紧张，因为他以前就是给陈文宏 train 球的啊。Apple 的他讲说，等下万一陈文宏看到他的表现不好会怎么办，我就骂你喽。没关系，表现不好继续当歌手就好了。喂，来，我们其实 as 一个 you know, commentator， 看看你们的眼光，你们这一局会先买谁？我们来私底下先讨论。卡车吧，我选卡车。那Daniel 能选择？你的选择是这一组。你觉得这一组？其实如果是我选的话呢，我觉得金钱可能的胜算比较。我们主持人表持中立。刚才我也觉得我会赢吗？但是没想到，还好我不是主持人。我是来吃饭的，刚好有位置坐这边，顺便拿一个麦聊天。这个角度也很舒服，是不是？确实。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双方的对手都在热身当中。那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球员呢。我先说说 Team Jack Lim 的。我们先说这个混双的男生，我们有 Sean。那他目前的年龄呢是21岁，175公分，来自 Penang。那最佳的成绩呢有 Penang Edge 的这个 Champion Team， 然后呢有 AAsia BAM League 的这个 Runner Up。那他目前呢是一个 marketer。 那我先说一下 Apple 邱诗琳。那其实呢Apple 之前其实什么那这边对对对，那其实目前呢在我听过很多人说 Apple 下场的话呢，他的球技是非常厉害的，可能前两场没有什么机会让他展现到，所以接下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那 Apple 邱诗琳呢，目前身高是162，来自 Klang。 那最佳的成绩呢有这个 MSSD 的冠军。 MSSD 冠军真的很强哦，是真的 Daira Champion。 对，哇哦。OK， 那我看到呢就是 Team 杰英的部分呢，他派出来的呢就是有 Angelina Lin Ji Lin， 林志玲，然后呢年龄25岁，对，林志玲真的叫林志玲，是，然后身高163公分，然后是来自 Penang 的朋友，他的成绩是印度羽毛球国际系列赛女双亚军。再来呢派出的就是 Bradley 郭世光，然后21岁啦，身高168公分，然后来自 Miri， 然后是 Utah Sports Carnival and Festival Men Double Champion， 然后 Mixed Double 的 Champion， 那现在呢是 University Student， 还有 Part Time Badminton Coach。 来，Team 杰英的 supporter 在哪里呀？这里，这里。因为 Bradley 今天有亲友团呐，是，他的小女友都来到现场了。没错，那 Team Jack Lim 的 supporter 呢？来，气势就来了。真的是小女友，因为很小而已，小可爱。对对对，对对对 ，Bradley 的小女友，对这个。那个是 Sean 跟 Apple， 那边是 Bradley 跟 Angelina。哇哦！好。赢输不重要，耍帅最重要。各位可以来留言哈，你们觉得这一组呢，谁会拿下那个关键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Team Jack Lim, represented by Weezy Chan and Apple Koo.And on my left, Team Jay Ying, represented by Brandy Quinn Kwong and Lim Jaylin. Team Jay Ying deserves Lim Jay Ying, Weezy Chan, level play. Oh yeah. So over one love.哇、wow. ！哎呦，双方都在处于进入状态的阶段。讲真真的，如果等下 Team Jack Lim 拿下这个关键的一胜，哇哦，真的好。Two one。他的丝袜也很漂亮，哎，不是丝袜，袜子。我今天第一次看Sean打球。哇！受不了这个球，偷后场啊 ！Three, two， 这个后场偷得好。
你知道在羽球界拖后场是一个很容易让对方生气，就是当在 standby 对方在六九八的情况下，你拍一个后场。可是比赛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时候一定要用的绝招。双方都非常的稳，好，球也是晕了。Service over, three, four. 哦，哇，哦，哦，永浩救得很好。刚刚其实他，你注意看啊，不只是救球，还可以把球直接掉到最左、最右、最左、最右。减少杀伤力，强。标准。一球，好，到了这个球，哦，很好的判断。Five, four。真的有的打。OK， 现在目前呢是 Jet Lim 的队伍六分领先，六比四，确实。掉一个反手后场。哎呀！失误。Seven four。我原本希望镜头补林德龙一个 close， 但我看一个外 shot， 其实也看到他，很难看不到他。有 Lucif。哦，一是 in， 一是 in ball， in 了这个球 ，good ball， 这是 over， 七，哎 ，five， seven， 哎呀，这是 over， eight， five， 都没有再张开。现在要先把十一分先拿下，尽量不要把分数拉太远，不然后面很难打。奥尔这个球 ，over。OK， 换个球 ，six， eight， 来准备回来状态了。好，一是 out。他还没有开始，没有呼吸。OK， 目前的分数追回来了，七比八，只有一分之差。太好了，八平。哎，不过网，不过网，非常稳的往前。Eight。哎，不是。OK， 现在可以看到呢，就是 Team 杰已经把那个分数追回来，现在是优先的，以九分领先，九比八。好，我们继续，分数九比八。哎，哦，哇！罗里爆发，第一个十一分会是谁先拿下？
太好了，太好了。11-8凶，卡的很慢。太好了。Finish and 卡车司机来了。刚刚你乱台下。两组都打得非常棒。他现在回复那个罗里斯基的形态哦，还没死这样子。而且其实 Angeline 蛮累的，因为她今天早上才从 Benin 开始下来。我跟你讲，裴勇有没有机会对长乐，就看这一场了。我。哦。所以你有想要对到他吗？哎，肯定肯定，我还是希望明天可以上场。嗯哼，我不要给你上场。哦。哎，这个金云的明天你要上女双吗？明天你上吗？你得上吧。我再看一下，明天我 Zubia 回来啦。嗯。我明天有好脆弱，怎么办？哦，明天朱彪会回来了。哦，朱彪跟阿云上场，我想看你上场打女双啊。女双一直打子晴，好，一直要打。回到刚才这两组，我觉得我只打什么？必须给 Apple 一个很高的评价，刚刚打到完全没有像 KOL 的感觉。对。我刚才如果今天是 S 一个观众，我这样看这个直播，我觉得啦，这个是一个四个素人高手的对决，太厉害了。对啊，有点名称赞他。李宗伟有亲自称。对，妙珠姐是。真的是称赞这位 Apple 吗？对呀，是他。还是 Supermarket 的 Apple？ No, 我以为是那个 Supermarket 的。好 ，Team Jane 跟 Team Jack Lim 现在目前的比数是11-8。哇，被大都 Vira 李宗伟称赞过，真的证明李宗伟是谁都会称赞的一个人。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比赛，11-8。Angel 跟 Billy versus John 还有 Apple 邱世林。哦。天哪！好球，好球！哇！哇！再来，再来！好帅啊！卡车司机不愧是卡车司机。哎，刚刚四位真的把这个羽球场的每一个角落都用完了。对，完全用完。超级无敌好看那场，我觉得 Dreamix 真的很紧张。哎呦！卧底，哎，14-8。14-8了。咦，哇，这个 out 一下 out ball， out 了，这个一下 out， 9-14， 9-14， 9-14，分数板，9-14了，啊，我们等多分数板一下啊，来我们的协调员去调一调我们的分数板，好，比赛继续 ，it's a long。好多，这里 over 15-9，15-9。哎呦 ，good save，Angeline good save。完了，哇，好球！哦 ，over。好，目前的分数呢是10-15，打到那个羽球框。我看到他们场外的塞维温 Angel。来，我们听听看我们的。好凶哦，这个教练。好，到底他们讨论什么事情？好了 ，Thank you。嗯，你们打球协调。就是你们打球的时候尽量要笑，不要太凶。对对对对，情绪管理很重要。刘海乱要数一数，然后我们继续比赛，10-15。哎呦，救得好！哦 ，Apple。对了啦。
16-10。16-10。好，目前的分数呢是 Jack Lim， 目前是16-15，16-10。16-10。哦，是一个拖后场。哇，好啊。OK， 这时候红组一定要整个气势再起来，他的队友一定要喊起来。队友们开始有一点点。对对对。来，大家加油加油！来，这是 Team Jack Lim 的，有没有欢呼声啊？加油打气啊，还是要有话。哇，是，分数当拉开到六分以上，就整个很难追回来。但是我觉得气势跟帅气还是要有的，继续打完他好不好？然后，哇，这一个。来擦汗 Over 11 18。 我刚才当时很紧张。分数来到了11-18，有七分的差距。曾经总教练说什么？Billy， 德龙哥有什么话想说吗？德龙哥，打完先，可以打完先吗？还剩最后的三分，分分钟他用他的气势可以把整个红组再带起来，很难说的。Team Jacqueline 加油！来，哇！It's out ball. 这一球 out 了。So it's over 19-11. 哇！天哪！好，分数已经来到了 match point 20-11。完全不像一个优雅的女生会做出的动作，太可怕了。她私下是优雅的，只是除了球场上面。Ina 这里是 Game。OK， 好，比赛结束，恭喜。落定。恭喜 Team Jane。恭喜 Team。21-11。Team Jane 两局21赢了这一场半决赛。Team Jane 21-11。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比赛。没错，那双我们今天的见的所有的这些对手都已经对垒完毕了。那从刚刚我们的这个分数看起呢，我们来个 conclusion 啦。那其实我们的铜牌战呢，我们有 Team Yun vs Team Jack Lim。那如果是我们的金牌战的话呢，我们就有 Team Mei Yan vs Team Jie Ying。两个大热。没错，真的是这个金牌战的大对决啦。而且今天呢，我真的可以体会到那个紧张、刺激的那个气氛，刺激啊！因为确实呢，因为刚刚你看我们每一场的球呢，都是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呢，那个实力不分上下，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在上场的选手们呢，他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而且明天呢，我们也有这个心理准备来看明天的这个金牌还有铜牌的对垒。是的，没错，胜利的只有一组啦哈。可是呢，最重要。就是整个过程大家都有享受到，而且他们每一位选手呢都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赛事。我们现场的观众给个掌声，他们好不好？好，恭喜我们的 Team Mei Yan 还有 Team 杰莹顺利晋级决赛。而明天的铜牌之战呢，我们就有 Team Yun vs Team Jack Lim。明天同样时间下午1点就会开启这个直播。那当然呢，现在在我们面子书的网民还有所有现场的观众，可能等会儿下午4点呢就会去追我们今天哇大家都很关注的丹麦。超级750半决赛的赛程，我们有四组马来西亚的选手都在里头，包括说下午4点的第一场，我们有混双，许峰还有郭顺欢。当然呢，去到之后了哈，我们就有我们的世界冠军，包括有谢定峰还有苏伟毅。然后再晚一点点呢，我们就有 Team Yun 的教练黄耀新，还有Team 杰英的教练丢依依。然后呢，在晚上呢，我们就有李子嘉。versus 骆建佑，是的，所以呢，大家4点就可以开始看呐、可以关注 Astro Arena 了，很紧张啊，希望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进决赛啦，真的。
没错，那最后呢，我们拥有了这个那么开心的比赛呢，一定要谢谢我们的 Ravel 麦好玩杯球团体赛2022呢，是由 Ravel 为你呈现 Ravel Iron Max 纳马独家杀菌隔热膜或 Serum， 还有 SGS 品质认证，十年保家杀菌除臭99.998%。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呢，当然也可以去到 ravelfilm.com。那另外要辛苦了八位我们的这个顾问教练啊，16位的这个 DJ 选手，16位的艺人，以及32位的听众选手们。而且要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就是 Wismash 担任的每一场赛事的专业技术人员，让比赛呢可以顺利的进行。也要谢谢呢 IOI Sport Center 赞助选手们呢这个训练的场地，还有比赛的场地，还有谢谢我们的媒体伙伴，就是炫的跟进报道。没错，当然呢也要谢谢 Astro Camp Badminton 的学员前来观赏这个学习。明天其实就会有一群朋友们来观摩比赛。没错，那呢也要恭喜在电台参加过 Coin 游戏这个是要看明天了，因为明天我们就刺激了，是因为很多人选 Team 杰莹还有 Team 美艳，所以说我相信呢 call in 成功的朋友们都非常的刺激，说哎，到底明天谁会胜出赢取这个奖金。是的，再来也要很重要的就是谢谢从一开始的小组赛到今天的半决赛，所有在透过 Facebook、 YouTube 还有 Shock App 去支持我们直播的观众朋友们，还有今天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那最后呢，谢谢台前幕后的每位工作人员呢，成就了马来西亚这个最好玩、阵容最鼎盛的羽球赛事。在线上还有所有的观众们呢，记得留守明天下午1点的直播，我们会迎来了这个金牌还有铜牌赛事，我们的决赛。1点要准时收看麦好玩杯羽球团体赛2022，谢谢各位收看，拜拜。麦好玩杯羽球团体赛2022。